个人觉得散开比较好是吗？那我一会儿散开扎，到底扎还是散开？扎2:1，那我就扎了啊。欢迎天成，哎，新势力的要求我再看一下。新势力要求，扎。欢迎我天空之城哥哥，欢迎我天空哥哥，天空哥哥好久不见啊，天空哥哥，你觉得扎起来好看是吗？那我扎起来哈，给天空哥私信到多少小时了？我看一下啊，跟你讲，天空哥的私信到现在，天空哥已经过去了那么久，天空哥还是没有回复我的私信，兄弟们，几百个小时了吧，可能。天空哥就是我60岁之前能收到你的回信吗？天空哥，我60岁之前能收到吗？六十岁之前能不能收到您的回信啊？就是我六十岁的时候，就是那种，还用回复我晕。天空哥，天空哥说啊，我这辈子没回复过别人，不知道要回复，死过也。天空哥说啊，还要回复啊，我都不知道啊，从来是别人发私信我从来不回复的。我不是在你直播间说了，你在我直播间说什么了？你在我直播间告诉我说不想回复是吗？啊，不懂这些，就是你没有，就是你到现在都没有看到我的私信是吧？天空哥，天空哥，我60岁之前能加到您的微信吗？天空哥，天空哥60岁之前能不能加到您的微信啊？欢迎没毛病，欢迎毛毛。我现在出去回，为了不加我的微信，宁愿现在出去回消息啊，兄弟们，好狠啊，真的太狠了。好拐呀、啊！新势力，新势力，百里挑一，精彩有你。我倒要看看，我倒要看看他给我回的什么。兄弟们，天空哥给我回了3个字，你们猜是哪3个字？天空哥回了3个字，我不加。没有没有，开玩笑，回我错了。那你倒是加呀，你错了，你倒是加呀。是女友爱吃醋，那算了那算了，你搞个小号吧，专门只有我一个人。国风是吧？今天好像是国风啊。家和万事兴，国风配旗袍一个字绝，真的吗？我看是国风吧，是国风吧。
我就喜欢妻管严，别问我为啥，说明你们是好男人。我跟你讲，只有真正有实力的男人才是就是才是夫管的男人，像那些越是没有实力的男人就是越不愿意被老婆管，但他们不知道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叫做家和万事兴，就是只有家和之后才能够就是赚更多的钱。我还是喜欢可爱的你，今天是国风主题，没得办法，兄弟们。爷新势力的那个在哪？哎，我居然是斗鱼之心，兄弟们，我有个角标叫做斗鱼之心，你们看到了吗？手操拉的疼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手操拉的疼？兄弟们，我有脚标了，兄弟们，我的脚标是斗鱼之心，兄弟们。多抹点润肤乳，半个月就好了。哎，这些长长哥，你之前那个润肤乳抹的怎么样啊？我跟你讲哦，我又给你买了一点，准备跳三首，跳两首吧，我猜跳两首，我猜音乐只够我跳两首，但是我一个做备选，因为怕万一呢，对不对？万一时间不够呢？早就没用了，哎，马上我给你买得到了，到时候谢谢找我连麦了。Hello， 今天穿的是什么？让我看一看。我好怕你啊，我看到你就怕。为什么怕我呀？我又不是那种猥琐大叔。后面两个新学的，一直都跳过呀，之前跳过。谢牛奶的大气，欢迎听风执念。我看你休息了。对呀、啊，我的朋友，我的一个姐妹过生日，再加上我之前的大学同学，就不是搬来北京了嘛，然后他一直想见我，因为他毕业之后就来北京拍戏了，他马上要去海南拍戏了，然后就想说走之前见一下，我们很多年没见了，然后喝了一晚上、哎、那天我给我喝吐了呀。我就说你挂机挂了几天，他刚领完、啊，然后我赶紧恢复好了，赶紧直播了，再也不出去了。他去哪？他去，尤其北极拍戏，我都不去了。体表面积比较大，啥都废。狐狸哥晚上好，狐狸哥。玩点什么呢，米欧？我们玩坐着，然后。喷水管，妈妈说放后面吧。好，行。惩罚欢迎音乐哥。惩罚我们输了的就在凳子上做三个猫伸展，可不可以？可以。好。谢谢小豆豆的关注啊！四万票打凡凡两万票，我们上次所以我看到学姐我就怕。不要像恩一样每天都躺在家里、嗯、我当然不会、啊、学长太忙了，而且我今天去办了健身卡，然后明天我还要去买那个舞蹈课，我每天要健身的。欢迎君君、啊、我跟你讲我那朋友，我的真好，我什么时候有空去健身啊？都他贼瘦 贼好看，胸贼大，屁股贼翘。欢迎永恒国，对面舞蹈区的呀，学姐是舞蹈区的，什么意思？我看起来穿得很保守吗？没有，可能你长太好看了。他说你是颜值区的，
嗯，锁骨都躺没了。我可有啊，我一直都有。嗯，最近是有一点点，有一点点胖胖，有一点点胖胖胖。我们上个十票吧，我们开个局吧，怎么回事啊？不至于吧？不至于吧？我们有没有十分啊？我们有没有十分啊？我们能不能先看学姐，看看学姐穿什么？那当然了，把我的歌关了吧。谢谢 ZY 可乐的关注，主要是想去学舞。你报的是学什么舞啊？学，我想学 Urban。我想去学一下 Urban。不懂，就是那种。感谢旺仔的鱼丸，谢谢旺仔的鱼丸，都看过了。这么直白，能不能不让我做呀？保护一下我可不可以？说迟到发200红包。欢迎林先生。我现在直接不迟到，我直接都是直接就不去。我现在不迟到了，我直接就断播，兄弟们，只要我不是迟到，就可以不用罚钱，我直接不播。那个我好像蛮难，对啊，很难的。然后我主要想练基本功，你知道吗？我以前都一直是学成品舞，就没有练基本功。谢谢关注了。我们有没有哥哥众筹一下鱼丸呀、啊？我没有抹生发剂啊。众筹一下鱼丸好不好？这个时候抹。感谢关注啊。不是，我今天没洗头，我感觉头发有点油。哎，我也买了这个衣服的，我准备也穿的，你知道吗？就这种类型。我那天就是看米优穿，我觉得好好看，然后我就网上买了好多。但是我今天参加活动得穿古风的，我才穿这个，不然我也不会穿这个。谢谢小黑人的鱼丸，木有鱼丸，那上你。哎，你这个腰链好好看，可以推给我吗，姐们？可以啊，这个就是随便找了一个，好好看、啊，面子。主要是米优腰很细，你知道吗？所以说就你的腰也细啊，你现在都你是那种折角腰，我就是那种。很普通的那种。感谢吴婉的关注。我们有没有办卡呀？有没有办卡推塔了？推个塔吧。我之前都在陪朋友啊。没有一次，我不信呀，我不信。打个冒险家吧。哇，谢谢 I could have done it 哥哥的办卡，谢谢亡魂的关注，感谢亡魂的关注。这场 pick 的分就离谱是吧？72.25，啥都没有，请问这25是怎么来的？充值，去充值吧，能这25怎么来的？谢谢 it 哥哥的办卡，谢谢九冷。冷温了喝哥哥的荧光棒，都在等活动吧。谢谢新上哥的赞。这有什么活动呀？对，有什么活动啊？谢谢哥哥的棒棒哒，谢谢伊特哥哥的棒棒哒。打个十万分，对，八万分才正常。我们两个怎么会打出十万分对八万分呢？我们两个现在都是属于就是在贫困线挣扎的女主播，对吧，米优？好难呀！我们两个都太难了，怎么能打出？我们家就三分，还是鱼丸，300个鱼丸。以后给我安个监控器，我每天在干嘛，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像那个真人秀一样。
给我家里安个监控器，给我身上安个那个什么，安个那个脚环。十二点就有了，什么活动啊？牛奶哥是什么活动？十二点？还是连这个的鱼丸？米优最近有什么活动啊？他们说十二点后有活动。我不知道耶，没有什么活动吧？没有什么活动吧？算了，以后就不解释了。他们说是不是去陪大哥了？我说对，陪十个，陪十个，我至于拉成这样？我陪十个，我现在早他妈的住汤臣一品了，兄弟们！我现在立刻马上汤臣一品十套房。自由活动。大伟十二点不来打你吗？这学生、哦，我的活动就是大伟十二点来打我是吧？涉及隐私，三年起。没有啊，我是说我其实挺想在汤臣一品买房的。米优你想吗？应该每个人是个人都想吧，没有暗示的意思。我有套，我买在哪里买都可以，我只要买得起就行。我不挑，我其实也不挑，无论是汤臣一品还是那个什么，还是果子岭的，还是那个什么大别山的都可以，只要能让我有套房，我就满意了，真的，其实不奢求。谢谢鱼丸。对，我跟你讲，房被大伟不如房被博哥，博哥每天必来锤我，一锤我那必定那个皮克条必定是咋了？必定是两万往上走，两千万资产买不起汤臣一平套房，怎么可能两千万？被学姐家七块五打了。我们是七十二块钱，哦不对，七十二块钱。是七块二吧？我们家七块二毛钱，我一直以为七十二，我想多了，兄弟们。欢迎头痛家的小黑，我以为我看错了。兄弟们，我们这把 PK 七块二打零点五，米优怎么说呢？我昨天找了一家电子厂，还可以，就在我们家小区旁边。那家电子厂特别不错，五险一金，一日三餐包吃住，我觉得我们俩可以去一下。怎么播嘛？七块二，对，零点五。欢迎大家的小福星啊！谢谢队长的鱼丸。七块二的妞，说实话，我这辈子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能够达到学长十分之一的水平，我就满足了。欢迎学生们，感谢连机哥的办卡。哎呀，连机哥不想让我去电子厂上班。哎，谢谢连机哥的办卡，谢谢鱼丸。能介绍我去吗？你来吧，我们俩直接一起去。我跟你讲，我介绍人，我跟你讲，我介绍一个入职的人，我可以拿二百块钱呢。你赶紧来呀！他们不让我去，不让我去。我们一起上班。那个身子哥，馋你身子哥哥，我觉得我们俩可以。我们都没过百，不惩罚了吧？没有过百。是的，还没过百呢，我们就不惩罚了，不惩罚了吧？谢谢。嗯，米优是全世界最好的女孩子，怎么能让我米优去上电子厂上班呢？米优应该躺家里数钱，对面大哥是吧？米优只能躺家里数钱。谢谢学徒，那个学徒。每天就是给你放那个一个亿，不数完不能走。这是学姐的梦想，对面大哥帮忙实现一下。不是，应该是每个月卡上打一千万，这个月花不完，下个月双倍。米优这个月花完，下个月双倍啊！撤了啊，米优，拜拜。好，拜拜，拜拜，学姐。拜拜。我跟你讲，我要是有钱了，我天天给粉丝卡上打钱，这个月花不完，下个月就双倍。怕不怕？就你们怕不怕？是不是闹眼子的哟？不是啊，我家旁边真有个电子厂，我真不骗你。我要去电子厂上班算了。上个总榜啥的，啥时候上个总榜？我上你的总榜吗？长长哥，我不是已经在你的总榜上了吗？电子厂妹妹多，我就想去。我又想到了一个惩罚，兄弟们。我又想到了一个惩罚，我要去约个人大把 PK。我又想到一个惩罚，
我也有想到个惩罚，喵喵子。呀，学姐 ，Hello Hello， 好久不见，你怎么又周播了呀？我没有周播，我他妈烦得很那天。哎，我的朋友，我先是我一个姐妹过生日，然后再是我的一个朋友，他之前不是跟我一起学表演的嘛，后来来北京拍戏了，他马上要去海南拍戏了，但是就一直没见到我嘛，因为我来北京了，他就约我出去，然后啊，我那一喝呀，两天都起不来床啊，我天，太吓人，这辈子没喝过这么久，发誓真的，我这辈子没喝过那么多酒啊，真的吓人的。你知道他们都怎么喝的吗？贼吓人，就是他们都他妈四个子弹杯一起喝，好狠好狠。然后我要走，他们把我包藏起来，你知道吗？我根本不知道我的包在哪，我的手机钥匙还有那个门禁卡全在里面，我根本回不去，太可怕了。我们来玩点什么吧。嗯，你说一说，你说吧。我们输了的人在朋友圈发条朋友圈，不能一个人都不能屏蔽发。谁给我介绍一个厂去上个班？谁给我介绍个厂去上个班？实在不行了，实在搞不动了，谁给我介绍个厂去上班？行不行？行，好，可以。嗯嗯，那我们中间玩个啥？你定。扭腰吧。可以、啊。我想看学姐扭腰。可以啊。那是风有超能力。你放个吧。我放吧。我想找个厂上班，嗨！我就真的谁给我介绍个厂上班？我真的挺想找个厂上班的，嗨！这其实假借 PK 惩罚，其实就是我自己想发，为让自己不那么尴尬。假借是 PK 惩罚，其实自己真的想问，有没有哪个厂可以让我上个班？最好是那种厂长还有一个单身的儿子。哎，十块上把 PK 我十块钱没打过，你知道吗？那太棒了，那这把是不是十块钱也可以赢了？还我们来凑个十块。哦，天哪天哪，我的天哪，胡喵喵好惨了呀。哦，我的妈呀，谢谢大哥，谢谢月月哥的飞机和小恶魔呀。哇，我的天哪，胡喵喵居然收到飞机了。 Oh my god，太棒了太棒了。我们就不能收个飞机吗？混个黄牌。混。我们能不能收个飞机，兄弟们？好呢，黄了。我妈妈不在旁边了，我连辫子都扎不好了。你以前辫子是你妈给你扎的吗？对，我以前辫子我妈给我扎的。好羡慕呀。妈妈不在旁边。学会自己扎辫子，自己做饭了。开始想家了，已经开始想家了。看学姐扭腰真的好享受啊，我好久没有安安静静的看学姐扭过腰了。晚上好，对面他在勾引我。快来北京，我再跟你说。好，我是刘佳、哦、是谁刚刚说想我了？哦，我有厂，我不用去，已经在厂里了，是吧？已经办完那个入职了，是吧？欢迎憨豆白。我之前跟你说，让你搬完家了跟我讲，我去找你玩。结果你搬完你就开播了。你来呀，你来呀，可以呀，你来呀，你啥时候来我都有空。爱播不播不播拉倒，是吗？不是啊，我们玩和开播不冲突啊，可以播完再去玩啊。玩晚上嘛，好心动呀。那天你应该来了，真的。怎么？我来了，我又喝那天喝不来酒呀。你看那个青春有你没？没。昨天好几个就是青春有你刚刚结束下来的那个学员，
正好跟我朋友一块儿。有韩美娟吗？没有韩美娟，韩美娟咖太大了，人家几百万出来。我就我们还可以合体直播。我唯一认识的就韩美娟了。刷礼物我们可以五五分，你知道吗？啊，真棒！救命啊！我的嘴角就止不住的上扬呀。欢迎小甜心啊！啊，好大好白，这窗帘我好喜欢，又大又白又软。救我！有人吗？有人吗？我们推推个塔呗，要不？你好，有人吗？你好啊，嗨！完了，我坏起来了。谢谢我汉总的迎春飞机，谢谢我汉总的星空卡。坐着吧，姐妹。我今天估计站坐不下了，谢谢你，谢谢你。让你好，让你休息一会儿。我大不理子什么意思啊？我打不理子。我打不理子是什么意思啊？我打不了字。You speak English, I can understand. OK, OA。或者是韩文或者是法语都可以，我可以帮你翻译的，打不出中文我们可以打英文的，没关系的。蚊子没关系，您要不要搞张办卡，我帮您翻译一下。死过夜，对，日文也行。走，哎，我过两天算了，过两天什么你说呀？等五一节过了再说吧。对，你五一节过了再来吧，你五一节过了再来吧，不然我怕急死了。是的。欢迎黄国庆。哎呀，你和他说。一袋米扛几楼？什么意思？北京这个时候蚊子贼猖狂，到处蚊子不都挺猖狂的吗？我觉得我这蚊子也挺猖狂的。能打字了，又要洗，能打字了哈！坏女人，谁是坏女人啊？兄弟们，有没有路过的大哥救一下我的 ？Hello， 全世界最好的哥哥们，有没有我的老公粉？有没有老公们帮忙上上的？谢谢 AF 哥哥的办卡，谢谢 AF 老公。欢迎我蓝哥哥。从来没有见过学姐这么卑微的时候，是这样的，今天没得法了，只能卑微了。只能老公们，谢谢 AF 老公的办卡。老公们有没有其他的老公可以帮忙上一上的？有没有其他的老公们？我那儿有蚊子吗？有呀，我都还开着蚊香液呢，那蚊子还从我也是，他给我咬我下巴了，好痒啊！老公们，就咬我脸，有老公吗？我直播间有老公吗？完了，没了。惩罚是什么来着？发朋友圈。行，可以发吧。好，说实话有点丢人。不丢人，丢什么人呢？还顶多是你大学同学在下边留个言。是的。人家说，哎，我都跟那谁谁谁谁谁谁于演谁谁谁那个什么。什么时候超过一起 演电影了，你怎么还在 找电子厂上班呢？对呀，太丢人了。谢谢 AF 哥哥，谢谢我 AF 老公的办卡，但是一张办卡可能不够哦，我们可不可以上一个火箭呢？就算输了我也输得心甘情愿。 AF 老公AF 老公心想，你这个女人的别名叫贪婪。AF 老公呀，小哥换小号了呀。AF 老公，糟了，这把我好像在哪里看过，我觉得等一会儿就会出现一个
没得没得，我们家没人，真的没人了。人家 AF 老公不是人吗？你看不起人家？不在玩游戏呢。我跟 AF 老公说要给我一个火箭AF 老公说不在玩游戏呢。那你怎么打的字儿啊AF 老公，你从现在开始逐出我的老公级，你现在是个普通男人了，不再是我的老公了。谢谢小哥的荧光棒。没了，我发朋友圈了，我准备发。66, 太丢人了，兄弟们，没想到小丑是我自己。喵喵现在站起来了，已经不是我可以肆意玩弄的女人了。喵喵，现在是你肆意的玩弄我了。一说到肆意的玩弄，脑海中就出现了好多不健康的画面，还想找个厂上班算了。欢迎无限，谁帮我介绍一下？我想我反应过来了，你们家那个 AF 老公是不是特地给你破了个百？对，他特意给我破了个百。周更和日更的差距，什么是周更跟日更？我发了啊，我想找厂上班，谁给我介绍一下？谢谢。好嘞，我等会儿走啦，拜拜拜拜拜拜，记得给我点赞啊。好，拜拜。你还给我特意破了个百，你生怕我那什么是吧？生怕我那个。生怕我做不了这个惩罚是吧？太不做人了啊！百里挑一，精彩有你。看一下这个那个口播是什么来着？我看一眼。百里挑一，精彩有你。还有十分钟我们就要进入新势力了，我们还可以还有十一分钟进入新势力了，那我就不能 PK 了。新势力是几点？11:15，我们还有十一分钟就要进入新势力了，我得赶紧把歌曲调出来。跳舞就没办法玩游戏了，这么巧，就这么巧吗？啊！评论，欢迎来广东汕头古饶内衣，我来了，包吃住吗？
现在太快了，那你别看了。没问。若有若无的勾，你挤兑谁呢？谁是若有若无的勾？我这是若有若无，我这是若有若无，我这是若有若无吗？嗯。就是有都没有，就直接是无，是吧？直接是无了。那黑线是画的，怎么可能是画的呢？怎么会是画的呢？搞笑吧。好多人回复我这条朋友圈啊。男人遇到喜欢的，事实证明，男人遇到喜欢的女人就不会说话了。就是我碰到你，你不会说话，但是你可以就是上点小礼物，可以。Let me get a good look at it. Ooh, so thick. Now I know what to call it, a fatty. And oh, shit, so sick. Got a hit and picked up a habit. But that's alright, 'cause you're all mine. And oh, go on, show 'em who you call daddy. I guess they're just my cause, girl.
还有两分十九秒。咦，点个外卖 N 就下播了，对，他下播了。两分十九秒，一分五十秒了。还有一分二十秒，嗯，那个新势力，厂花诞生以后就厂花了。今晚还喝、啊、我下播了，看恩恩来不来我家吧。恩恩来我家，我们俩可以喝点米酒什么的。他不来我家，我只能一个人睡觉了。Hello， 哎，我是进来了吗？我怕我进快了，说口播快了就没分了。兄弟们 ，Hello， 大家好。新势力百里挑一，精彩有你，我是今天11:15的表演嘉宾，我叫子安学姐，然后我是来自星星的，今天呢给大家会表演三首比较国风的舞蹈，耶、yeah ！怎么有那么多问号呀？你谁呀？我是现在的表演嘉宾啊，然后给大家表演今天的国风舞蹈。似愁手中折扇，白叶凋香归云自赏。如土来的青桑在明，香归的三字经，念里催出痴情。我梦念想成熟起，大举寻大归他让，原地滚乱破旧。
牛牛的春游卡丁车，谢谢牛牛，谢谢牛牛的春游卡丁车。喜欢我点下关注啊。完了，博哥又来了，我就知道来了。还来了，我看还来谁啊 ？Hello，Hello， 学姐。哎 ，Hello， 博哥 ，Hello， 老铁，博哥你怎么头、哎、那个头发变了？剃光头了，剃光头了。哦。还来谁？我看看。啊、还来谁？双排掉分，我想想啊，后台再给我们找几个跳舞的，那个朴宇山、朴宇冰呗。但他没什么条件，好像手机直播吧？那个朴宇冰不是手机，他在连麦呢。孟迪不是你徒弟吗？孟迪拉进来行，也算是吧，也算是我徒弟。孟迪是整个找个那什么呢？我们找个跳舞的，来三个跳舞的怎么样？跳舞的啊，嗯，三个跳舞的。蒙奇，哎，蒙奇没和他拉过，蒙奇没播。蒙奇怎么又偷懒自己？蒙奇没开播，蒙奇。跳舞主播是吧？我看啊，跳舞的，跳舞主播，嗯，感谢，哎呀，感谢我富贵哥的摩天轮，谢我贵哥，感谢贵哥，跳舞主播，欢迎我双生哥，欢迎我双生哥，萌子、梦露、秀秀，哎呀，这拉进来怎么打不过呀？王雨萌现在多多少少的还能欺负欺负。王雨萌可以。王雨萌跟那谁连麦呢？跟那玩游戏那主播连麦呢。恶魔呀、啊！恶魔老主播了呢。恶魔比我播的都时间都长了。恶魔好像跟你差不多一个时期的。差不多吧。比你恶魔上海的吧？欢迎双生哥啊！不行，打不过朱芳芳，朱芳芳老狠了，兄弟们。朴宇冰吧，就朴宇冰吧。没，他没在，朴宇冰没在，再找一个。欢迎我牛子哥，欢迎我牛子哥，欢迎我牛子哥。安娜呀，安娜不会跳舞，安娜。默默怎么样？谁？王小默。王小默行，拉呗。王小默，他王小默好像性格有点那个，内向有点好像，是不是？连点学姐这样活泼点，咔咔的。对，学姐多有意思。谁不打呀？我从刚到现在没说话。朱芳芳也不打呀？是吗？朱芳芳也不打呀？哎呀，朱芳芳打吧，我说他打我就不打了。苏恩啊，苏恩纯纯软柿子呀，苏恩现在是。我看还有谁啊？跳舞的啊，跳舞的，关键这帮舞蹈主播都玩王者荣耀了，现在。这舞蹈主播玩王者荣耀了吗？都玩王者荣耀了。小猫物他是不是不会多人？哎呦我操，苏恩这整的挺性感的还。小青苔是舞蹈吗？青苔是舞蹈，你可以拉他，跟跳皇好像多人连麦了。青苔，我操！看看人家这穿的啥呀，都是什么短裤，比我裤衩子都短，是不是？啊，学姐不穿的不也行吗？学姐，我今天也挺短。汪汪打吃鸡，在视讯队员呢。啊，行，咱们家大哥可以上一上，是不是？可以就是争取拿下朱芳芳。我来看看、啊、上一上啊、嗯、大哥们。伊瑟菲你熟吧？伊瑟菲我太熟了。这伊瑟菲好像不会多人好像。你拉一下试试。63.9879。多人连麦了。学姐你这两天、哎、学姐这两天搞那个什么。伊瑟菲来了，伊瑟菲啊。铁哥好。哎等一下。我戴个耳机。还差一个。这个多人连麦我不会玩，我第一次玩。简单没事的。嗯。朱芳芳不打死你，他说他想输啊，是吗？我关键是我也不想赢啊，你想赢，明天赢的话，明天还得玩一把。别打了，打那比赛最后奖励是啥呢？没啥奖励啊。那打个屁呀、啊！不是你，不是关键嘛，打完了明天还得打一把。小梦露啊，小梦露是挺强的，小梦露现在。小梦露或者王雨萌吧，你们俩选一下吧。我俩选你俩队友吗？妈，俩男的打仨女的、啊、哦，这样式的、嗯、那就是雨萌吧。行，那王雨萌吧。嗯，
王雨萌完事了吗？王雨萌啊，都生疏了，叫易色飞了，不叫王云了。关键他太长时间没播了，他没有了，播鸡巴两天陪五天大哥。每个男主播都那怎么能这样想呢？那我马上就，哎，算了，不跟你。现在开始天天咋回事啊？啊，连麦也连不到你。谁呀、啊？易色飞。我吗？哎呀，这不是萌萌吗？哎呀妈，烧萌来了，烧萌。我的天，出事儿了，你们不知道吗？又出事了，嗯，开始吗？那就，嗯，那开始吧，直接开始吧，直接开始了，这都不用分队了，三个舞蹈对两个帅哥，对啊啊，三个舞蹈的对两个帅哥的，来说吧，惩罚或者怎么样？是女的现在脸都不要了呗？怎么是三个？这不是三个美女对两个帅哥啊？三个美女是，那两个帅哥是吧？啊、我长的是我怎么？谢谢小静送的春游凯丁车，感谢小静。哦，我懂了，我会玩了。我是不帅呗？那意思，那意思我长得多多少少，我一个卤蛋，你搁那一个什么猪头，俩就卤蛋加猪头。你拉倒吧，你大光头，一拳超人。哎，咱俩不特别的铁的，咱俩到时候整个美食连锁店吧。啊，猪头卤。我想帅哥杨波，金哥。中间谁定啊？我跟博哥干啥呀、啊？中间。对，烧窑的金锁啊！我这样就会玩了。就是我是个屁吧。谢谢烧窑哥的。谢谢喵哥，给你在我这里上新闻台。学姐怎么不说话呀、啊？学姐。我在搜社会语录呢。谢谢小猪圈的呆宝啊送的飞机，站起来一起扭腰吧。我们家得众筹啊，我们家得众筹一波啊。他们仨就一起扭腰，行吧？你俩就站起来说，我是个屎，我是个屁的那个。这样吧，哎，让他仨那什么吧，星星舞。快点，快点，你俩快站起来。行，咱俩说啥呀、啊？咱俩站起来扭腰，说我是个屁，我是个屁啊。你俩就一人蹲一下的那个，蹲起那个。我们家破个蛋吧。我们家破个蛋。放首歌啊。好，放吧，来吧，你仨说吧，来吧，来吧，谢谢川哥哥，来吧，吴川哥，欢迎吴川哥，哎呦我操，哇，谢谢我长长哥的摇滚吉他谱，来来，谢谢汪哥也是来接意思，不打，谢谢你死死的带起，哇，谢谢我长长哥的五个摇滚吉他谱，谢谢我长长哥，我是个屎，我是个屁呀、啊，哇，谢谢我长长哥的浪漫钢琴曲，我操啊，我是个屁呀、啊，我是个屎啊。我是个屁呀、啊！好起来了，好起来了！我是个屁呀、啊！好的，熊哥，好的，小熊哥哥，我是个屁呀、啊！我是个屎啊！我是个屁呀、啊！哎呀，我这边来火箭了，我这边来火箭了，我这边。兄弟们，咱们也上上，别拖了。你们那边也整点，我这边来火箭了，我这边。别给咱们的地库双雄拖了后腿，我是个屎啊！我这边来火箭了，到你了。我觉得这把学姐，我是个屁呀、啊！谢谢我长长哥的摇滚吉他谱，谢谢我长长哥。我是个屁呀、啊！我是个屁呀、啊！我是个屎啊！我是个屁呀、啊！我是个屎啊！我是个屁呀、啊！血瓶，这个血瓶有了好像没用，这个抖着上的，抖着上的，这个是。我是个屁呀、啊！我是个屎啊！我是个屁呀、啊！我是个屁呀、啊！我是坨屎啊！我是个屁、啊！哎呀，操！这是王雨萌和易色王云家没啥钱，这是老子学姐家太狠了。哎，号码。谢我小牛不挡两架飞机。我，你没有这个命啊！我是个屎啊！真的，我是个屁呀、啊！我是个屎啊！太难受了！我是个屁呀、啊！我是个屎啊！我是个屁呀、啊！我是个屁！我是个屎啊！我是个屁呀、啊！喊起来！喊起来！我是个屁呀、啊！我是个屎啊！别赖掉经验老钱，节奏喊起来！我是个屎啊！博哥今天怎么了？怎么被封印了？妈的！你说你俩100多块钱上了，这个还支配呢？你看学姐都没支配。你俩真的感谢我小月的飞机，谢谢小月的飞机，感谢小月啊！哎，上次博哥不是对我用那个小哨子吗？我特意买了个小哨子。你先超过我们再说，100多块钱儿，哨子都有了。我是个屁啊！专门为博哥。我是个纸啊！我是个纸啊！狗妈，队友强大也是很厉害的。1、2、3、4，我是个屁啊！博哥怎么慢了呀，博哥？我是个屁呀、啊！我要一个一个把你杀，12点全搂一边。博哥，1、2、3、4，别急。
这几个都要打回去的啊，别急啊。我是坨屎啊，我是个屁呀、啊、我是坨屎啊，我是坨，我是个屁呀、啊、我我是坨屎，屎尿屎屁呀，我是个屁，我是坨屎啊，我是个屁呀、啊、我我是坨屎啊，我是个屁呀、啊、我我是坨屎啊，我是个屁呀、啊、我就这就这别嘚瑟啊！我跟你说，没有啊，厕所收差的不多，就收了100多块钱儿。一个王者玫瑰把你仨打的明白的，知道吗？别嘚瑟啊！我是坨屎啊！我是个屁呀、啊！我是坨屎啊！我是个屁呀、啊！我是坨屎啊！我是个屁呀、啊！为萌萌呀，是阿屎，我是个屁呀、啊！我是坨屎啊！你刚看不到。谢谢小月的88个6个。屎啊！听哥一会儿再给你了，听哥。听哥，你看现在没有推塔是不是？啊，没有推塔，推塔。嗯。帖子太难了，帖子。我操啊！我是坨屎啊！我是个屁呀、啊！哎我操！我是坨屎啊！我是个屁呀、啊！学长都没有上分欲望了。我跟博哥拉了，今天一把没赢。今天多人一把没赢啊！今天，哎呀，学长，我小博，学长，好兄弟啊，学长，好哥哥。我是坨屎啊！我是个屁呀、啊！拉了。我是个屁呀、啊！我是坨屎啊！我是个屁呀、啊！休息吧，要不休息吧，休息吧，休息吧，死屁双雄休息，被富贵军团给封印了，大哥们都在闯飞船呢啊！拉了拉了，死屁双雄休息了。我跟你说，地库双雄吧，虽然说吧，是不是老被你们揍，但是地库双雄的直播间奇迹也大。一旦赢的话，你们都反抗，你们都是没有还手，没有还手之力，知道吧？一旦来大哥，你们都没还手之力。嗯嗯。博哥，博哥啊，博哥啊，打我！完了，博哥买背包，博哥，妈的，买背包生气了吗？你这我包里边真没有飞船，有飞船我高低给你射一个，博哥。你这俩互相刷点吧。感谢维智的棒卡，谢维智啊！等一下，我手机充个电，一会儿给博哥给。欢迎双马尾老哥，欢迎双马尾老哥。别急别急啊，等一个特效，兄弟们。起脸了，这都，这学姐都起脸了都，都不撒谎拍大脸盘子了都，都现在直播什么？学姐上次这个动作，啊，爷爷给召唤过来了。你好，打我啊，爷爷就过来了。还有两分钟，不着急啊，两分钟还有很多，两分钟有很多未知数，兄弟们。对，两分钟有很多未知的可能啊。等一个神秘力量，有没有大哥在直播间隐身的？差的不多，侮辱性太强了，这。欢迎你的 AK， 好起来了，好起来了。他怎么剃度了？什么玩意？是吧，兄弟们？不会吧？不会吧？应该是。欢迎摔手机响，欢迎新建的小。好，一分钟啊，兄弟们，一分钟啊，一切的可能，一切的不可能，让它变成可能，好吗，兄弟们？哎，你们在这吵吵嚷嚷的，好像有实力要挑战我们家学姐似的。我们这学姐真的，我操，我的个，还有悬疑吗？这还有悬疑吗？大哥救我！求你们有鱼丸的送鱼丸，有飞机上飞机，有半个差的不多。哎，这都大哥们都在抢飞船呀，真的。没事儿，没事儿，不用飞船，不用飞船，两个小伙就可以了。吃吃，不用飞船。怎么两个？好久没见到你来吃吃。多多少少铁子，今天晚上三连败啊！今天晚上三连败，没事儿。见不到我的日子。不输怎么会赢呢？对不？后台，我们记住这三个妹子啊，记个小本本。行。
下回还打你啥啊、哦？下回还打你啥？下巴怎么还打我啥呀、啊？最后四秒，下回我的下一次、哦、明天还揍你什么啥？哦、明天、哦、你们要珍惜能打我的时光。六五四三二一，哎。哦，拿下了！最强队友，最强队友，最强队友，最强队友。以后我们队伍里面有学姐的话，就别拉我了。对呀、啊，我就说你是最强队友嘛。老公，回家里边他妈一个鼻涕一杯把的，操！最强队友，我跟你讲。太难了，你王雨萌就是嘿嘿嘿嘿，哈哈嘿嘿，啊萌着，嘿嘿哈嘿嘿，老王云的。老王云那么纯纯老王云那么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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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我都不会玩我这第一次我来打酱油来了你别说了这俩人就躺在那就完事儿了躺赢了啊变惩罚吧惩罚我操今天晚上十个飞船今晚他妈估计得抢三我直播间我直播间是五倍飞船爆率啊我直播间定惩罚吧你们定惩罚吗你们定吧我都可以来吧，你先定吧。你们定吧，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惩罚。你们想定什么惩罚？我们上三个商量一下。我们是一对的，我们商量一下，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嗯，你仨商量吧，我跟张泽博做就完了。哎呀，商量吧。学长呀，我呀，小博啊，学长。蹭个医药费得了，哎，没办法。我觉得就冲这句话，我学姐你说吧，学姐。我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你们提个几个建议。我有画嘴角流血吧，那必是不行，那必定是不行的。要流血挺大的，就这嘴角流血就这不行不行，就这嘴角流血挺大的，讲实话的。长长哥这过分了，这没有提前说。他们说关笼子怎么样？关笼子，关笼子行。老铁剃度啊，不是刮眉毛，这玩意儿，学长你可太坏了，太坏了，太坏了，换上双层格，学长太坏了，学长，哎呀，关笼子啊，关笼子了吧，关进去吧，关进去。学长太坏了，学长这直接给我直接剃眉毛，老铁这马上结婚的人了，给他剃秃了，太扎心了。云南无谈，好好。关笼子吧，那就关笼子吧，又进去了。没有花香呀，谢学长，谢学长。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问津小潦草。这样也就差不多了，讲实话，铁子，我这样他妥妥的。好，就完事儿了。今天感谢我学姐的火线啊，谢谢学姐。今天谢谢中美一金。今天双雄三连麦，我已经没办法了，条件我已经给了。行了，你们三个出去吧，一会儿十二点过后一个一个打回去。行，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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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出去啊？哦，我走了。对，我也不会。点多人连麦就能退了。我已经给了，我两个火箭已经给了，他们一人一个火箭给了。要记得抬头看星星，我们啊。一直住在光里，别怕，爱暖过你背影，放胆的走吧，青春怎敢不远行？无时无刻不再想你，去下一个路口和你。对啊，我给他们一人一个，主要是博哥每次都会给我医药费，你知道吗？所以我每次都会也会给博哥医药费。但是如果给博哥火箭不给老铁火箭，铁哥火箭，那不就有点太过分了吗？所以我一个人都给了一个火箭。Thank you.
这个过了呀，过了呀。是不是分开过才懂得牵挂？估计是大哥们都在抢飞船。如果说朋友不怕散落天涯，但此刻我却想在你身旁。如果这世界复杂，虚假喧哗，我用尽。哇，这首歌不就是我的心声吗，兄弟们？昨天沈阳下雨了，是不是因为天在为我哭泣、啊？差点给我宫底冲，真的假的呀？那你这么说应该就是好的结局了，对不对？哇，我天，我今天一天的收入全部给医药费了，兄弟们。差点，那就好。吉人自有天相，善老天会保佑善良的人。学会长大，下雨要亏个十几万，可别再下雨了，求求了，求求上天，别让沈阳下雨。迟早赶上主播等级，可是我也不知道给啥呀，而且博哥每次都会给我火箭的。博哥每次都给我火箭。我手机怎么充上电？狗野马没去谈恋爱。欢迎野马哥。去北京的机票怎么那么贵？几百块钱呀，去北京的。是不是来北京？是不是来北京那个让我请你吃饭饭呀？长长哥现在在沈阳呢。哎，我手机充电器坏了。你有我。说我没有女主脸，可姐姐我的心愿排到了大后面。我手机没电了，手机坏了。不够有野心，跟红人不红，可我站在这里就是与众不同。我手机坏了。我从来都清楚要去的方向，挣脱束缚。我4%电还自动给我关机了。看我乘风破浪，看我勇敢倔强，看我锋芒万丈。被所有人质疑、批判、讽刺、抛弃，觉得我们是个笑话，我们也会重新出发。可以啊，你要吃什么，我请你吃。学长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学长的好朋友就是我的好朋友，学长的 best friend 就是我的 best friend。把你的手放开，我知道这种疼痛没人想要。我通过，所以可以大声宣告，你的痛我明了。这世上有种摧毁刀枪剑刀，狠下心得让一切不像轨道，伟大从此可能。我们都只想改变你，我发誓而不见。
十六岁别刷礼物，宝宝。学长，你神豪标掉了没呀？没掉吧？在哪看神豪标？情就显得苍老，这一生无解，没有我的空间。哎，我手机充不进电了，我手机没办法充电了，兄弟们。没有刷的比他赚的多，就等于免费玩斗鱼啊，这能不爽吗？没有，就这一个充电器，我2%的电了，我今天没得罚了。换手机，手机多贵呀！我这手机除了无法充电，其他都挺好的。楼中楼，我住的是 loft。充电器我搜一下。都是三分钟送到的。怎么搞啊？换别买充电器，我买个充电器啊，不然我手机没电，手机没有了，我一个人我连就是出去吃饭都吃不了。没有苹果的呀。我不要再失败孤独中死去，我不要一直活在幻想里，无知的骗局，匆匆的蚂蚁，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我们就非得打，可以打500万的，我就打4000万的，就是玩儿，哎，就是玩儿。年度500万，我非得打4000万，钱多了少少，哎，就是玩儿。省电模式怎么开？省电模式啊，我买了个充电器了。
有些话想对你说，但不知从何说起。多少个白天黑夜更替，脑海里你总是出席，是回响在我耳边的 melody。是的，爱着你。放弃太难。那一句晚安等到凌晨三点半，现实阻拦反复无法，因为所以翻着看，从没想过。你叫我刷，这刷了还被你喷，为什么要喷我野马哥？时间，为了让你记得住，我准备了十天。我真的很少熬夜，但是那天很晚睡。便宜的小礼物对我来说真的很宝贵。会不会有人问你早安？有人让你都不说，刷个王子玫瑰就出来走了。他刷个王子玫瑰是有点难度的，让野马哥搞个火箭什么的吧。分开以后，你想起过几回我？淡黄的长裙，蓬松的头发，牵着我的手看最新展出的油画。无人的街道，在空荡的家里，就只剩我一个人开狂欢的 party。 房间里很空，没有怀旧的习惯，一身带着风，从几只留下一半的干脆。你好，你丘比特给我，我还能请你吃个饭。撩小妹妹，小妹妹只能跟你说一句谢谢风爷卓大哥。你送给我，我还能留着给你请你吃顿饭。你送给小妹妹，小妹妹只能说一句谢谢。你好好掂量一下，你觉得哪一种更好？不用你的安慰，可是半杯的汗水里多几个单位。Melody， 脑海中的旋律如此熟悉。爱过你，在我心里只能轻轻叹息。Melody， 无数动人音符在我生命。爱过你，失去你我才知道要珍惜。我火箭可以直接当女朋友了，凭借我帅气的外表。野马哥倒也说的倒也是说的有点夸张了。哎，我手机真没1%了，待会儿能外卖的不知道咋上了。生活那么拥挤，梦里的空间都被你共享。拼凑着支离的记忆点，想去你怀里面避避险，让时光洗洗脸，谁围着谁的秘密点。就当是一场梦，醒了很久还是很感动，还是很想被你保护心里的惨痛。喜欢我很辛苦，其实我都清楚，放心这世界很大，但我记得你的叮嘱。你来过又走，你的坚定或否，我答应过你会听话，不会留在原地驻守。是这路子新的路。啊，我手机好像热巴演的女二那个角色，我声音好像，我以为你说我长得像，你说我声音像，我声音像谁呀？我觉得我的声音比较像那个，像那个就是赵忠祥老师。哇，谢谢我野马哥的火箭，野马哥太棒了，谢谢送我的火箭，赶紧立刻马上到北京请你吃饭饭。学长哥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累不累？目送你从我生活中渐渐失踪，也没了称谓。给不给？天真以为能撑过去，可现实没有谁能任意。我觉得我 rap 也可以，唱跳 rap 篮球我都行。我要手机没电了，一会儿，哎，我手机关机了，兄弟们，哎，关机了，哎，待会儿就是，哎，我现在微信上没灯，哎，我现在就是没手机了，兄弟们没有手机了，就是错付了。朋友都叫我别恋旧了，可是争吵的本质下不是争谁的本事大，只能笑着面对着。总共是错付了。上次刷丘比特旅行背包记得结下账，学长你什么时候刷过？我怎么不记得了？学长你记得吗？没刷过吧？没有吧，长长哥你没刷过，你记错了吧？你刷个别的小妹妹的吧。我没记得你刷过丘比特和旅行啊。长长哥你记得吗？给你渡劫的。我没渡劫呀。哦，野马哥想给我渡劫，再点我啊。野马哥想给我渡劫，野马哥差的不多了，就差13万了。野马哥，
野马哥就差13万就可以渡劫了。野马哥渡完劫，我请你吃那个北京故宫的旁边那个米其林三星。谢谢野马哥，野马哥真的好人，谢我野马哥。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的。野马哥之前是给我刷了那个礼物，送我渡劫了，谢我野马哥。我说了来北京我必请你吃饭，我没跟你开玩笑，我没跟你开玩笑，我真没跟你开玩笑。野马哥走都走，慢慢找回我原本的样貌，我还在回忆里微笑。一说一世的美好，没关系，答案都在时间里。云端再次相遇，那时再吻你。黑夜更替，脑海里你总是出席，是回响在我耳边的 melody。 是的，爱着你，放弃太难，一句晚安等到凌晨3:30。现实北京的饭店随便挑，反复吧，因为所以翻着看，从没想过我会这般的小心翼翼，别再逃避，听听我的 melody。 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很赶时间，为了让你记得住我准备了10天。我真的很少熬夜，但是那天很晚睡，便宜的小礼物对我来说真的很宝贵。会不会有人问你早安，有人让你早睡，你爱吃的路边摊还每天排着小队。我想去的地方以后没有你陪我，我不知道分开以后你想起过几回我。北京门厅肉饼想吃多少吃多少，兄弟们我手机真充不进电怎么办呀。淡黄的长裙，蓬松的头发，牵着我的手看最新展出的油画。无人的街道，在空荡的家里，就只剩我一个人开狂欢的 party。 房间里很空，没有怀旧的习惯，声音带着风，从几只留下一半的干脆。翻了杯不用你的安慰，可是翻杯在汗水里多几个单位。脑海中的旋律如此熟悉，爱过你。北京沙县跟武汉沙县价格差不多的，但北京配送费贵。充电口是不是进水坏掉了？我觉得是这个原因。我手机坏掉了，我手机真坏掉了，1%了，真的1%了。我手机真的坏了，现在在哪里可以买手机？我手机真的坏了，现在在哪里可以买手机？我现在连手机都买不了，兄弟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没有手机，我没办法付钱，我怎么买新手机呀，兄弟们？可是我今天也没进水呀，我今天一直都没进水，它为什么会突然坏掉呢？怎么搞啊？某东也得最快得2-3天吧。我现在连手机都买不了了，兄弟们，手机电脑下单，电脑下单你要给手机发送验证码你才能付款呢。怎么搞啊，兄弟们，我待会没手机付款，我说哎你好，就是我买个手机，然后呢我先不付款，我用完之后呢等我就是回去弄好了之后我再给你付款，别人会被就把我踹飞啊。要是换数据线也充不了。等一下啊。哎呀，我微信没下载。我等一下，我下载个微信，兄弟们。鬼留在原地驻守。看手机有没有雾气，没有。完了，兄弟们，我的手机真坏了。兄弟们，众筹今天给我刷点，买个手机吧，我以后没得手机用了。兄弟们，我以后连跟你们就是。哎，我以后直播都播不了了，我都没办法登录了，兄弟们，我要求不高，我就买一个1999的小米就行了，真的，兄弟们能帮我众筹一下吗？求求了，某东白条不用验证，你又让我搞这种小额，这种啊，
我的花呗还没还完呢，别逼我啊，你们别逼我，我的花呗还没还完，你们别逼我。可是我之前今天一天用的都是好的，就刚突然坏掉了，可能是因为我一天没有那个充电吧。完了，没了，哎，手机关了，哎，这辈子登微信也登不了了，兄弟们，真的关机了，完了完了，没了呀！我这手机，我本来还可以再用十年的，兄弟们，兄弟们，我这手机本来还能再用十年呢，真的，我不夸张。说鸡又说八，文明去他马，真的不行了，真的不行了。我记得我还有个备用数据线，我拿下来看一下，等一下，兄弟们。不是的，我刚刚有电的时候，我刚刚有，你看它就是一直重复的开关机，你懂吗？我刚刚明明就是有电的，有电，有电的时候它也充不进去。兄弟们，他现在一直这样了，他不动了，兄弟们，他不动了，说他不动了，没关系，答案都在时间里。完了，坏了，还是安卓箱，还会提示是不是进水。再闻呢，兄弟，坏了，坏了，兄弟们，坏了，坏了呀，坏了呀。有些话想对你说，但不知从何说起，多少个白天黑夜更替，脑海里你总是出席，是回响在我耳边的 melody， 时刻爱着你放弃太难，一句晚安等到凌晨三点半，现实你这是坏了吧，坏了，坏了。反复吧，因为所以翻着看，从没想过我会这般的小心翼翼，别再逃避，小问题不超过五十解决。完了，兄弟们，完了，完了，完了，博哥来了，完了，要下播了，亚总不说了，打卡了，亚总，下一个主播来我家了，没得罚了，我先关。什么？来吧啊！复仇局，复仇局。啊！你怎么？不是我，这搞的。感谢我亚总，谢我亚总春季卡丁车，谢我亚总，感谢我小姨，谢小姨，感谢小姨三架飞机。怎么说啊、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呢怎么说呢怎么说呢、你说吧，你说吧，你说吧，你说怎么玩，咱俩肯定要定最大的惩罚啊，对不对？要不然怎么有血性呢？你说吧，什么惩罚吧。嗯，我想想啊，给你想一个。 不是剃光头我应该都可以接受，光头呢属实过分了。叫他做那个动作，哪个动作？哪个动作啊，兄弟们？这样，你输了，下巴 PK 就这样，来打我呀，来打我呀，三分钟。你这边大哥不把我打死啊？我在斗鱼，我输了你下巴就这样，是吗？嗯，可以，行。但是我这太危险了，我怕被对面大哥追着打呀，不好使啊。谢我压总的四十张办卡，谢我压总，来吧，过程中扭腰扭起来，好狠呐、啊，博哥太狠了。过程中做这个也行，星星，你选一个，你选一个，你选一个吧，给你自己选，我都可以，我星星扭腰都可以。那行吧，那就星星吧。你再来一遍，我刚没看清。什么什么卡了？你再来一遍。不是怎么回事？斗鱼刚我丢帧了。先站起来，先站起来吧。那个叫什么星星舞吗？哎，你看，不是你看一下，我看一下。那你做深蹲吧。这个会吧？这个不用我教了是吧？被识破了。深蹲就深蹲，正好我最近在健身。哥，人家是深蹲，你像蹲坑。
你扭腰吧，你扭腰吧，不想看深蹲没意思。那我就非要学星星。那你学。我还是扭腰吧，我怕大哥看了一会儿退出直播间了。我就一个大哥，已经退出直播间了。你帮我，我帮你，你不帮我，我还帮你，我帮了你，你还害我。加油！我他妈就弄你！完了，兄弟们，他学会了我的秘密，谢谢长长哥。我告诉你，长长哥开刷了，他开始刷了，谢谢学长欢快口琴。刀不锋利马太瘦，你还不配和我斗。三是三何是何，把你打成马保国啊、嗯！兄弟们，你一票我一票，打的学姐直撒尿。我告诉你，辉煌时刻人人有，别拿一刻当永久，现在立刻马上我就要超越你。差一点了，学差一点，我们超越他。学姐的头像皮球，一脚踢到百货大楼，百货大楼卖皮球，卖了学姐的头。兄弟们，兄弟们，准备推塔了。请求推塔支援。谢谢我长长哥的优雅树敌，谢我长长哥。张口就来，好，我就是张口就来。你看，你看看，谢谢我长长哥的小提琴之歌。你看看，推塔了，推塔了，兄弟们，推塔了。你看看，谢谢耕田哥的大血瓶。我操！感谢我小爷的520办卡秀，小爷，爷你来了，谢谢我小爷，谢我齐爹，感谢我齐爹，齐爹就是他欺负我，就是他，他还跟我这样说，齐爹，打我呀，他还说打我呀，我就没见过就提过这种过分要求的女孩啊，感谢我齐爹。谢我长长哥的摇滚吉他谱，赶紧，你有你的，你等我们出一个，一脚踢到百货大楼，百货大楼卖皮球，卖了孜然的头。谢我长长哥的两个优雅树敌，谢我长长哥，不可能再出了，上回就点了两三下就出了，我不相信还能再出，你不信那就对了，我们给他出一个，哦哦，好怕，我好怕。真不把我爹当回事儿呗。不把我爹当回事儿，今天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噩梦啊。我跟你讲。你给我等。我们在充值呢。好好扭，好好扭，别搁那滚刀，边扭边滚刀。啊，齐爹走了吗？走了走了，谢我长长哥的优雅树敌，谢我长长哥两个优雅树敌，他们走了，他走了，他我们出一个就能追上了。谢我长长哥的三个月。齐爹别走啊，我给你更新了特效，小爷。
谢我长长哥的，欢迎我翘哥，欢迎我翘爹。哇，谢我长长哥的摇滚吉他伯，你给我等，你看现在立刻马上就追上你，伯哥，你给我，你再做一下这个动作，有本事打我。刚刚有特效没看到，你重新做一下。你让我做就做。没见过提这种要求，谢谢我翘爹，谢我翘爹的1288。完了完了，感谢我翘爹，谢我翘爹1288。34个，35个没出。哇，谢我长长哥的浪漫钢琴曲，你给我站起来，立刻马上赶紧的。坐坐坐，2分钟了，休息时间到。1分钟休息，你赶紧你起来，你别滚刀啊，你好好做。我。兄弟们，嫩他！哈哈，哈哈！日落西山，你不陪？感谢我翘爹，谢我翘爹1617星空卡。我这社会语录没，我社会语录没说完，我们就没了。自己要求自己做到一分钟的啊，下把惩罚记得了，就一直和对面说，你打我呀你，你打我。真的吗？一定要牛逼一点，伯哥，我呀，学姐呀，伯哥，是我呀，看到他脸没有？啊，伯哥，你还记得你之前用那个华晨宇骗了我500块钱吗？那恩情还在不在呀，伯哥？啊，打我！伯哥，是我呀，小然呐，伯哥。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你坐下。谢谢我长长哥。他之前发了一个什么？他之前发了一个什么特别喜欢华晨宇，然后我就说你给我转500块，我把微信退给你。然后他给我转了500块，我给他推了个华晨宇公众号。他说第一手消息都能在里面看得到，那时候把我气坏了，差点给我伯哥拉黑了呀。哎呀，谢谢关注，我当时特别，我说我天哪，不愧是大主播，连华晨宇的微信都有，人脉这么广的吗？我赶紧立刻马上，蚂蚁借呗借了500块钱转给伯哥了，兄弟们，500块钱分期了3个月才还完，兄弟们。伯哥，我们都认识那么久了，然后呢？投降可以输一半吗？输一半啊，不行啊！伯哥，我呀，啊你呀、啊，我知道你，嗯、欢迎我奥特曼，对面要偷吗？不会的，不会的，太多了，太多了，就这，哎，太多了，确实偷不了，就这。说了过了12点就是你的末日啊！我告诉你，你给我等，你给我等，我告诉你，不要太猖狂，你等着明天，明天你准备好。哇，谢谢我伯哥的166星空卡，谢谢伯哥。谢伯哥，谢谢我佛爷，谢我佛爷，谢佛爷的雷霆火箭。翘哥睡了吗？谢伯哥，我知道了，翘哥是不是怕你不睡就一直盯着这个十个飞船抢了？那我下把，你先坐一下，我看一下标不标准。打我！你不要用那么力，我不是重点，不是说把自己的脸打响，知道吧？重点是那个要很贱。你打我呀你啊！你打我，对，就很贱。打我呀！求你！我操妈的！你打我！打我！小屁崽子，你弄我呀！你打我呀！对，3分钟啊！3分钟是吧？嗯，你可以不用打自己打的很响，但是你要的就是要有这个贱的感觉。行，可以。走了。好，拜拜。我们家有监督组啊，监督组监督的你啊，打的不好，下次医药费少一点。打的响一点，下次医药费能双倍吗？嗯。酌情考虑啊，酌情考虑。好，拜拜拜拜拜拜，伯哥。完了，兄弟们，完了，太完了。观摩一下，我随机一把，好吧，随机一把。他有没有说随机还是直接连呀？随机还是直接连呀，兄弟们？兄弟们。我随机啊，随机啊，我随机啊，你们看一下是随机啊，兄弟们。
耶。Hello， 小姐姐。打我。咋了？打我。让我打你？为什么？打我，打我呀！对面大哥，上 PK 条，快点！惩罚啊！拉黑死你了，打！打我呀！求你了，对面大哥，打我吧！求你了，我们必须得满足这无理的要求。对面大哥，求你了，打我呀！欢迎日久不见人心，求求了！打我！打我！我们抽个人头吧，还差个人头。有没有路过的大哥凑个人头啊？求你了，打打我吧，对面大哥，求你了，求求你了，来干，打我呀，求你了，哎呀，谢谢，打我，啪啪，哎，这，哎，我记得这个东西应该配一个音乐，打我呀，应该配一首歌，谢谢来的冒险家，这大哥怎么不上啊？怎么不打我呀？打我呀！对面大哥，瞧不起谁？求你了，打我吧！啪啪哦，那个叫，就是那个容嬷嬷，还是那个容嬷嬷，还是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啪啪！打我呀！哇，出了！谢谢蓝蓝的彩虹。对面大哥，对面大哥，对面大哥，打我！咋了？得配一个那个什么歌了？打我，求你了，打我吧， okay， 好痛啊，打我，求你了，这还不打他，天哪，打我，快点的，打我，哇，这不打等一下，等一下，错了，错了，错了，不是这首，能不能打我呀？求求了，打我！我没有享受啊，怎么说我在享受？我的那个是什么？兄弟们，我这边都比这边要红啊！兄弟们，你看见没有？小黑屋进去，对，来了，兄弟们，这红了呀！打我！谢谢，欢迎我迷，我们大哥，我们众筹一下吧。对面大哥是不是看不见呀？看一眼。打我！别人吧，我们是不是还不允许你们？哦，干我呀，这个东西。打我！叩见皇后娘娘。打我！不是，已经过了三分钟了，不好意思，对面小姐，我刚刚正在做惩罚。啊，我知道，现场了。那我们不好意思，到点了，到点了，兄弟们，终于到。等一下，我拿下外卖，稍等一下。好，行，可以。我们三个分吧。太残忍了，太。欢迎未央亲友，欢迎小亮。外卖来了。嗯，我没有那个什么，没有享受，还是有点痛的。兄弟们，这边脸都红了。真的？可以了吧？你的打呀！到三分钟了，兄弟们，到三分钟了。要看他的表演。小姐，我们玩点啥？过程里面进的，我们过程就举重吧。可以，我们输了就这样吧。有回音。哎，对，有回音。那我们关了同步，就是打我吗？打我。真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虽然是惩罚，但不能忍干他。虽然是惩罚，对面大哥还是忍不住想要干我，是吧？大家众筹一下吧。还是忍不住啊，想干我呀！喜欢我可以点下关注啊。我们惩罚，很喜欢学姐的一句话来打我呀！别人打，输了就这样吧，输了，不要就说话。输了我们做三个深蹲，好吧，做五个深蹲，好一边做深蹲一边说打我，一边说打我呀，好吧，好，做五个深蹲一边说深蹲一边说打我呀，嗯，谢谢大齐，谢谢大齐，谢谢幸福状，谢谢。
感谢谢谢人头，谢谢。小你是哪里？小姐你是哪里人啊？我成都的，谢谢洛哥的花花。哇，谢谢我洛哥，谢谢我洛哥的迎春归音。好，兄弟们，该不会这把又是我输了吧？连了加大哥上了，我这辈子不想说这三个字了。九雷的夜卡，可以的，可以的，挺白的。出了，出了，出了。我脸好麻呀，兄弟们，我脸痛了。只要你正儿八经的打，这么想吃串串，是什么串串？谢谢，谢谢洛哥，谢谢奶奶。兄弟们，好消息，我被打完之后我手机开机了，兄弟们，我被打完之后我手机开机了。你刚把手机摔了吗？不是，我刚手机坏了，现在手机开机了。谢谢，好起来了，兄弟们，谢谢关注，谢谢大家关注。我现在赶紧把微信登上去。摇人吗？没有，我怕我等一下手机没电了。出现好了，我没有用，我没有那个。谢谢大家的关注，谢谢大家。我没有那个，我还没有用新的数据线，能用新的数据线试一下。欢迎放荡不拘，谢谢谢谢关注。我用新数据线试一下。欢迎守护，白哥不白哥。他就一下能开机，一下不能开机的，一下就自己关了。你，我们那个学徒已经垫了60多个了，要不要试一下？谢我迷的星星素颜，谢谢大家关注，谢谢。欢迎潇潇，谢谢关注啊。欢迎闪电，就是那个，我们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优雅宿敌垫了60多个都还没有出啊！我现在声音是不是手机又黑了？手机卡没坏，换台手机能收短信吧？我现在没手机啊！我不是，我点的数据线呀。我手机又关了。欢迎 D5740。休息吧，休息休息。好，谢谢谢谢。嗯。哇，又出了两发，谢谢谢谢兰兰的彩虹汽车，谢谢兰兰。学姐你真的胖，真胖胖胖。感谢兰兰的，胖胖哇，好欧啊，挺欧的。对，咱们宿敌不冒险家哦，欢迎走一个小艺，谢谢小伙计的关注，谢谢。感谢大家，谢谢兰兰，谢谢兰兰，谢谢兰兰的彩虹车车。我又没了，兄弟们。会吗？不，你们家一定会。我们又没了，我刚上一把输了，你今天那没咋赢，冲冲冲！过了12点没赢过，兄弟们。欢迎998，不是八班吗？我感觉今天晚上人确实挺少的，大家都挺不容易的。乘风破浪。我们能不能抢救一下？有没有路过大哥？哇，谢谢我长长哥的月亮龟兔，谢谢我长长哥。你看，这不就来了？我们家有没有守个塔的呀？谢谢我长长哥，没，还没。哇，谢谢我长长哥的北极光。云朵的来了，哇，他出了。谢谢我长长哥的北极光。欢迎我长长哥，谢我长长哥的冒险家，谢我长长哥。后面有两位小兄弟，我感觉都。好长啊，这个数字有点打不过了。欢迎王者，欢迎高清无脸，欢迎大家。有没有奇迹啊？最后一把了。
欢迎倔强老头。哇，谢我长长哥，谢我长长哥的冒险家。对面兄弟们，崛起了，已经拿下，兄弟们。博哥打不过，我们随机打打过打过。小姐做三个就好了，做三个就好了。哦，好，来打我呀！来打我呀！来打我呀！哦，哦，第一次见到有这种要求的。好，那我撤了哈。好，谢谢有空吗，长林啊，白哥，拜拜。好，谢谢，谢谢你们，拜拜。跳，给他跳舞吧，跳舞会不会有？谢谢东方不败哥哥，现在不要跳舞啊，长长哥。小丫头跳，对啊，怎么意思？什么意思？我笑容就很肮脏呗？你这话说的是我笑容很肮脏是吗？我笑容是不是很肮脏啊？在北京哪里啊？我在北京，我在那个北京大兴。我准备说我在北京武汉呢，我在北京大兴。休息一会儿，好的。我站在时间的尽头，回头看影子向我冲，依稀还是那个孩童，笑比哭好吧。最高的山我误会误会，你是甜美。最深的海我全都赢下，可是那匹曾经不知不觉骑过的白马能满血飞驰。今天我没穿，今天我就穿个旗袍，是为了那个活动才穿的，为了两个火箭。我明白了飞翔的代价，他还能如此英勇吗？握紧手中吉他，管什么枪，早点休息了，这才几点钟啊，怎么就休息了？现在才北京的夜生活，两个火箭没看到，怎么可能没看到？你看一下，你看一下贵宾，你看一下周榜，周榜第四名就是我新势力的奖励呀。兄弟们，刚刚有人说我的声音就是特别像赵忠祥老师，对吗？哦，我被禁言了。对，你被禁言那个白丝连裤啊，我想一下怎么搭配吧，我衣服还没收拾完呢。说过什么？之前你不是说想看白色吗？我不就给你穿了白色吗？这首歌静静明白了。哇，欢迎我刘俊辉，你好久都没来了，大刘子呀。谢谢哥哥的幸福券，谢谢你。超火连哭啊，可以超火，可以 ，nice， 达成共识。可是那匹曾经不
觉骑过的白马，那满血飞驰吗？勇敢的商人不如梦里如花，拉着你我永不会哭啊。如果明白了飞翔的代价，他还能如此英勇吗？手中吉他，管什么枪林弹雨之下，音乐当盔甲。对呀、啊，你连我的牌子都没有，你怎么天天指挥我？啊，我脾气好，我告诉你，别的主播早骂你了。我告诉你，还好是遇见我了，别的主播早给你骂死了，早给你骂。放屁是攒味儿的吗？仙女从来不放屁。我站在时间的尽头，回头看影子向我冲，依稀还是那个孩童。最高的山我也踏平它，最深的海我全都饮下。哎，这首歌我真的好喜欢，兄弟们。哇，谢谢我打底裤哥哥的十张班卡，谢谢哥哥。你想看什么舞呀？我知道你肯定是想看我跳舞了，好久都没给你跳舞了，你想看什么？他还能如此英勇吗？我亲手中吉他，什么枪林弹雨一直下。兄弟们，兄弟们，看什么呀？快点，快点一个！兄弟们，快点一个，我就不唱歌了啊，就不让大家痛苦了。赶紧点一支舞，我们来跳个舞吧。我的打底裤哥哥好久都没有来点舞了。我们帮你维护，学姐，以后无聊的弹幕你就别回了，我们帮你维护。陈伟霆，你说吧，你是不是我男朋友？我真的怀疑你是不是我男朋友啊，陈伟霆啊，你真的好像一位男朋友。大大的房管，我就打卡没钱点我，我没有让你花钱，我就是免费给你那个的，我怕脏了你的嘴和眼睛。那倒也不至于，我挺喜欢陈伟霆的。不是，我没让你给我，我没让你给我刷礼物，我说我想给你跳舞，你想看什么？哎呀，我怎么一说话你们就以为我是问你们要礼物啊？我是那种人吗？真是的，你们把我想得太坏了，我真不是那样的。给他发个好人卡。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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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没有。龟仔被坑多了，对呀、啊，对呀、啊，我真不是这样的人，对呀、啊，你这给误会了，你说吧，陈伟霆，你要看什么吧？我是那种人吗？我是那种那个你送礼物我才跳舞的人吗？我是那种我跳了舞你不好意思肯定会送礼物的人。兄弟们，你们在第一层，我在第五层，你们以为我在第五层，但其实我在大气层，哎。谢谢容嬷嬷升了两级粉丝牌牌。学姐不是这样的，我告诉你，我就是我不能白嫖，马上月出了我一个飞机行吗？一个月一个飞机，你看你好不好意思吧，一个飞机也行。我在负二层，你在 B2 是吗？那你和马老师在同一层。我们两个太孤独了你知道吗，大气层只有我和马老师两个人，太孤独了兄弟们。
说你们看什么，看个舞，然后我们去找女主播。哎，我找几个女主播去双倍快乐啊，三倍快乐。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哭啊，如果明白了飞翔的代价。等一下，我找几个女主播，我找几个女主播多倍快乐好不好。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跳舞吗，多人多倍快乐，微信发一下。怎么样才能有学姐的牌子？送一张办卡就有学姐的牌子了，容嬷嬷宝宝，6块钱办张卡，3分钟多倍快乐。有没有别的女主播呀？我想一下，除了喵喵子，有没有能与我就是我们能够就是有不同风格的，就是那种三位女主播。嗯，握紧手中吉他。哎，你都两级了，哎，别告诉他，别告诉他，让他再刷点，让他再刷点。有时候男人就这样，就是得有点套路。学长该睡了，熬夜对咱身体不好。哎，对，长长哥，你是不是要休息啊？你明天周末你有工作吗？长长哥哥，周末你有工作吗？长长，突然觉得学姐的牌子我不配，一张办卡就不配6块钱，哥。6块钱，你吃个早餐不止6块吧，我的宝宝呀。对，有时候男人要逼一下。1点多去银行的话，那还好哎，那不是很早，其他没啥屁事儿。对，长长哥每天的工作就是去银行取钱，兄弟们。你们是不是一直有人问我说，长长哥这么年轻，坐拥上亿身家，到底是为什么？到底长长哥是什么工作？今天我要给大家说一下。长长哥每天的工作就是要去银行里取钱，去银行取钱，兄弟们，特别难。你们知道多辛苦吗？去银行取钱再存钱就是玩，哎，就是玩。你知道多累吗？去取钱拿那么重的两个箱子，一个箱子装100万，你们可能不知道100万有多重吧？每天背那么重的两个行李，跑到家里又跑到银行，兄弟们真的很累。哎，就是玩，哎，就是玩，存钱取钱就是玩。缺个泡茶小妹儿，我不会泡茶，我没有学过那个什么茶艺。去个百来万再存上，就听点钞票机的声音，对，就是玩。我可以吗？不不问我可以吗？那就不要了。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把茶倒掉，头就拍，什么意思啊？把茶倒满，掉头就拍，什么意思啊？不是学姐泡茶我不喝，兄弟们，那长长哥怕要渴死了呀！长长哥要渴死了，我真的不会泡茶呀，我就听听数钱声，闻闻钱味变没变，哎，就是玩儿，哎。我有女朋友不包，就来看你，哎，就是玩，就是快乐。学姐都这么说了，高低得配得上学姐的牌牌。是的，说实话，你几把椅子和茶具不配。哇，谢谢我容嬷嬷的办卡，谢谢容嬷嬷。椅子是金丝楠木的，兄弟们，我这辈子没见过金丝楠木长什么样，真的。我连一下那个，我连一下喵喵，他找俩女主播了。等一下，等一下，我邀请一下兄弟们，稍等啊，兄弟们稍等。你再找一个女主播吧，我现在没什么认识的女主播了，好久都是没有跟。不是，我也没什么认识的女主播。啊，我想一下，我看看。等一下，等一下，我看一下有没有。你们想看谁呀？那些大主播就别说了，大主播应该不会跟我们玩的。对。我找不到，我找不到，找不到呢。我问一下，算了，估计问一问。哎，我开我大号去问，小号没有人搭理我。
王表妹你认识吗？凡凡，嗯，凡凡人才没空跟我们玩呢，人家都抓紧时间捞钱，我们是这种就是没得人，没得人的才有时间给大家跳舞，没有开玩笑。对，我们主要是为了宠粉。学姐衣服低了，注意超管来。今天我这衣服，我跟你讲，超管绝对不会来。这件衣服我太懂了，我这件衣服呀，超管看了都嫌高啊，都说领太高了，警告领太高了，真的。我超管来了都得说太高了，太安全了。我看还有谁啊？要不要？我反向提醒哦哦，王指导，人家会跟我们连。哇，谢谢梅花打底裤的飞机，我都还没给你跳舞，你就给我送飞机了，我爱你打底裤。来来来，你拉这个，你拉这个，你拉这个，多少？95156609。95156609，好的。不够性感的，就是一会儿给他踢出去啊。谢谢打底裤。暖儿萌宝，暖儿不想跳舞，萌宝他也不是很想跳舞呢。Hello Hello， 你吗？嗨，我们才是那种真正的爱跳舞的好好好好女好女孩。Hello Hello Hello， 那个胡苏小。Hello 学姐。Hello Hello， 我们跳个什么呢？喵喵喵。咱们三个跳吗？我们三个还是在叫谁？喵喵，你有认识的吗？等一下，我问一下他来不来，不来的话就这样吧。反向抽烟烫嘴巴。糟了，我太阳给你们洋洋眼。看了学姐不回家，反向抽烟烫嘴巴。看了学姐不回家，兄弟们，中国好声音啊，不，中国什么新说唱，能不能给我报上名？给你们九倍的快乐。兄弟们看过九倍快乐吗？赶紧发一下大喇叭。对对对，有喇叭，兄弟们，谁发个喇叭呀？谁有喇叭呀？我没了。好，谁发个大喇叭？我亲他的大嘴巴。你六分了，好，那你真的是太土了。怎么？胡苏一进来，学姐眼睛都直了。我告诉你，我就是喜欢这么大的。哎呀，哎呀，我真的喜欢胸大的女人，我真没跟你们开玩笑。我也喜欢。我看见胸大的我就走不动道。是的，我看见胸大的男人也受不了。要不我们开双屏吧，别开三屏了，三屏好好多呀。我看看双屏。开双屏他们就看不到我们是用的什么模式，我用的是斗舞。那双屏我们就用那个普通布局就好啦。普通布局我看看。等一下。对。我研究一下。我看一下。刚刚好。等一下兄弟们。普通布局。普通布局。哎，有那味儿了啊，有那味儿了，兄弟们，有那味儿了。我今天状态不好，兄弟们，欢迎梦蝶。跳快的，跳慢的，慢的我随便。我们胡苏，你快，要不我们来个快，来个慢的。反正我跳都是一样的。等一下，等一下，我那个。太阳，你们可以去溜达溜达呀，哥哥们，你们可以去溜达溜达。有开同步吗？谁放歌啊？有开同步吗？我没放，没放歌。你放。不都一样吗？哎呀，我没听见歌呀。兄弟们，姐妹们，怎么样的歌呀？好了，哎，是我的问，是我耳朵聋了吗？我也听见声音，我没太久耳朵播聋了，兄弟们。没有人放歌呀？你放，苏苏你放，我放吗？嗯，你放吧。我放一个什么呢？我看啊，我差点以为我耳朵出问题了。没人放歌。我喜欢，我看啊，
让我们蹭点新歌吧。Yeah, what's up, peeps? You not checking out? 这个行吗 ？OK。能听到吗？Stop and stare, work it. It ain't hard to see. You got what it takes to be a nominee. If you do that, girl, do it. If you do that, girl, if you do that, girl, do it. If you do that, girl, like, if you do that, girl, like, yeah. If you do that, girl, like, if you do that, girl, if you do that, girl, I'll award you with my body. Body. Body.Let's check the tape. There's the red carpet, Mac Master Drake. I'll shake that bar like a mound of Play-Doh. I feel that dress like a ripe potato. Skin tight all night. Sweat like Roy Jones deep in the hype. Finish line's too much to handle. I got something big to put on your mantle. And it ain't a mackerel. And it ain't a jackal. And it ain't a fractal. But it'll last forever. And it ain't a sweater. And it ain't pleather.More like leather. Let's sing together. Girl, I'm looking for a winner. Who's hungry for the dinner? And baby, just show me. Do you want the big trophy? If you do that, girl, do it. If you do that, girl, if you do that, girl, do it. If you do that, girl, like, if you do that, girl, like, yeah. If you do that, girl, like, if you do that, girl, I'll award you with my body. My body. My body. My body. I'll award you with my body.My body, do it. My body, do it. I'll award you with my body. My body, my body. I'll award you with my body. My body, do it. My body, do it. I'll award you with my body.比我想象中的长啊因为我肩带都翘掉了等我一下啊我去帮你系让我来你放开你的手让我来还要我放吗再放一个慢的吗是吗等他弄把肩带弄好等我把肩带弄一下我肩带掉了哥哥们我们三个的直播间都可以走一下我们家的小哥可以去另外两个小姐姐的直播间走一下，姐妹们等一下，谢谢观众。好，现在吃点蛋挞呀。
我在想三个人一起萝莉做是个什么状态，可别，我上次萝莉做被坑了呢。哎，对对对，别搞那个危险。我们走过路过的小哥哥点点关注哦，三个主播都可以点一下。哎，姐妹们等我一下，我换一下肩带，肩带掉了。好，没事，舒服了。王磊，你别哭了。我们打打卡吧，把胡喵喵从榜三挤下去吧，我不想做自己的榜三呀。三个人一起垫腿什么呀？你一人刷一个火箭，我们给你跳。对，头疼了呀。谢谢小郑哥的荧光棒，欢迎欢迎，谢谢关注，谢谢啊！噔噔噔，你们都说说你们喜欢看什么样的舞呀？他们喜欢看骚的。哇！谢谢玉传，谢谢玉传的办卡，谢谢果果。他们喜欢。果果，我有霸气帅，给其余的哥哥打样了。给其余的小哥哥们打样了，噔噔噔，好想去帮学姐换啊，学姐好慢啊，我去给琪琪学姐点个关注，我还没给学姐点关注，噔噔噔，你俩咋想多人跳舞了？我们经常玩多人跳舞来着，是吗？我都不知道，嗯。你们喜欢看吧，我姐妹们。你喜欢看三个人站在那儿看谁先破防？我先，我破防是什么意思？想看摩托摇，炸了！不跳摩托摇，摩托摇我不会呀、啊。好，摩托摇有一股土嗨那味儿，有种动武九天的感觉，不想跳那个。潘潘大美人，三飞，飞你妹呀！飞你妹呀！太阳。那胡苏，你找个你们谁找个慢点的舞吧，再跳个慢的吧。放这个，跳这个吗？跳这个吗？可以吗？这个 ，OK。等一下，我就乱跳了，跳高掉进盘丝洞。这个我是一点都不会。우린여기까지니우린여기까지니유럽과 Don't you look into my eyes 我学他俩吧，我这个一点都不会。我在跟学姐学呢，我看她怎么跳我就怎么跳的。
我感觉我学的差不多了，怎么着？欢迎你回家了。怎么唱？这个动作怎么唱？加满。可是这个动作怎么唱？这个动作怎么唱？这个动作，这个吗？嗯，然后手滑下来。应该这面，然后再这样，一二就好了。这个手，滑下来，然后在这个手在这儿，这个手在这儿压下去，一二两下。这个是右边的手滑下来，就先是这样，不是先是这样吗？啊、就这样，然后这个手在这儿，然后这个手在这儿，对，然后一二就好了。啊，知道了。房间号是多少？那个兄弟们，你们把手机横屏，然后就可以，就左上角就有每个主播的房间号，你们都可以点进去了。一会儿咱们三个跳一个，咱们三个都会的吧？都会的吗？可以啊，可以啊，就不都是瞎跳的吗？我感觉你俩跳的都可正宗了，我一看就是不会呀。还要跳吗？还是下次再跳？我都可以，你们我也都可以，我都行，随便吧。苏苏，你说吧，我都行。你跳，你说一个你可以的。对，或者你找一个歌吧。嗯嗯 ，Up Down 会吗？就大家把这个手机横屏那个吗？这里就可以进我的直播间了。VVR 那个我会高潮。我可以学你的，我那个我只会高潮。对，我也学你的，我也不太会。那不的，那不的。哎，没理我呀，白月光，你是谁呀？你也没说你是谁呀？谢谢我蒙面的大气。哎，要不你们大家有高脚凳吗？要不我们跳高脚凳的舞吧。我家没有高脚凳，但我家有沙发。行，那我看你俩跳。那算了，这个应该都会吧。我看你俩跳。那这个，这个我会，会一点点。我不会，但是我可以跟你们学，没事儿。我也不是会全部，我也可以跟你们学，动作有点忘了。我动作，但是那个高潮的大家可以做一样的，就很高潮的我也不会。那跳啥呢？我是默默无闻的小粉丝。你说你是谁呀？我给你们放，我来放吧，我要给你们放，随便放慢的吧，就随便跳一下吧。可以，我只有沙发。没事，那我们就慢慢跳。哎，给你们放这个歌，你们肯定听过的。真的卡了好久。等一下。你叫什么名字呀？你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就知道了。这个，大家肯定听过吧？我可以 freestyle 吗？就是 freestyle 啊，不然freestyle 吧。我没有学过这个。嗯，我也没有学过，就随便跳吧，自行发挥吧，大家。这个歌我都没听全过。不跳了。等一下，白浩，你都没在意过。你说你是谁呀？我应该会记得的。跳完我要去上厕所了，我憋不住了。我看来我有点练舞了。你说你是谁呀？我应该能记得呀。那开始了。Get about my phone, 英英怪我怎么不记得你？你每次来的时候我都说英英英，你妹的！谢谢我绿绿，谢谢我绿绿。
你好像傻。Dancing is what to do. Dancing's what I think of you. Dancing's what clears my soul. Dancing's what makes me whole. Dancing is what to do. Dancing's what I think of you. Dancing's what clears my soul. Dancing's what makes me whole. Dancing is what to do. Dancing's what I think of you. Dancing's what clears my soul. Dancing's what makes me whole. Get around the flow. Dancing on the low. Get around the flow. Dancing to the break of dawn. Get around the flow. Dancing to the break of dawn. Get around the flow. Dancing. Get around the flow. Dancing on the low. Get around the flow. Dancing to the break of dawn. Get around the flow. Dancing to the break of dawn. Get around the flow. Dancing.两个舞蹈，舞蹈大咖跳舞真的是，我太难了我。兄弟姐妹们，给我指甲跳掉了。哎呀，损失惨重呀！我的口水真的堪比502，要不要给你粘一下？你给你粘一下。我指甲跳掉了呀，姐妹呀！你怎么不是肩带掉就是指甲掉呀？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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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我看到说啥来着？汉总，你自闭结束了吗？欢迎我小汉汉呀！终于永远的，谢谢关注，谢谢关注。那我那我就先退了，我就上厕所啦。眼神代沟。姐妹们，拜拜，我退啦。拜拜。啊，他走了吗？那我也他走了。拜拜。拜拜，学姐。拜拜。感谢丽丽能让我中奖，哥升到25级牌子，我这不行，我指甲都得跳掉了。
行啊，记得点下关注哦。什么白色？白色是打底裤。谢谢曹贝贝的办卡，我希望你斟酌的考虑一下。我看一下私信啊，什么私信啊？陈伟霆说，这是什么呀？我给你们看一下，我当众处刑一下。太夸张了，就一个房管。学姐，我觉得你还是把我的房管下了吧。必须要给他这个私信配一个音乐，兄弟们。我怕难服众，不是我撑不起事，只是觉得自己喜欢的主播有必要维护。就像我既然挂了你的牌子，就得为你挡一些东西，而且我也怕自己做不好一个优秀的房管，等我学好了怎么管理，等我跟艺术学院的学明白了的那天，我再找你要。这什么呀，一个房管而已，搞得几吓人，又不是要跟我结婚啊，你给我挡什么呀，你要给我挡什么呀，给我挡 PK 呀。这不就是陈伟霆，你怎么回事啊，就一个房管而已，你怎么那么浮夸呀。之前有个人还说我的这个沙发像上个世纪的，只不过我们又不是色狼，只不过好这口而已。你太夸张了，一个房管，一个房间有200多个房管呢。啊，我的宝宝，我的陈伟霆宝宝，你好可爱呀！你今年多大呀？你20了吗，我的宝宝？我退鱼了，丢人丢到狼胎了，娘胎了。学姐陈伟霆说出了我的心声，但是我命硬，我来挡，我来和他喷。我退鱼，他和大牛子一样怕担责任。你是房，只是一个房管而已，又不是让你做什么大事儿，哥哥，只是一个房管而已，你看谁不爽禁言谁就行了。我没证都上路，你都挂牌了，你不是也有房管吗？真没那么夸张，一个房管而已，你怎么那么可爱呀、啊？你今年20了吗？谢谢我清玄物语的办卡，今年20了吗，我的宝宝啊？谢谢22比我小一岁，谢谢哦光哇，谢谢清玄物语哥哥的永恒钻戒，比我小一岁，那你你现在毕业了吗，陈伟霆哥哥，你毕业了吗？干些啥呢？现在我想一下啊，去 PK 不认识人怕无聊，认识人好像都 P 了。后面那个柜子只要200块钱，可以推给你们。后面那个柜子只要200块钱，可以推给你们。他都打 UFC 了 ，UFC 是什么呀？
有没有？赤子之心，陈伟霆，学姐没你真不行，简单直爽人还帅，超火和你姐都爱。哎，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刘俊辉，我立马聘请你做我的那个作词。专业作词的，我去参加中国有嘻哈了，真的。大刘子真的有才。哎，兄弟们，这太好笑了，真的。打我。不是，已经过了三分钟了，不好意思，对不起，我刚刚正在做惩罚。好笑了，姐妹兄弟们呢？打我！不是，已经过了三分钟了，不好意思，对不起，我刚刚正在做惩罚。刚开始是美，后来是爱。陈伟霆，我爱你，以后能不能多，哎，欢迎帅皇，你以后能不能多录点这种视频啊，太好笑了，我要发抖音，真的，这太好笑了吧。欢迎帅皇。打我。不是，已经过了三分钟了，不好意思，对不起，我刚刚正在做惩罚。哎，我帅皇怎么来了就走了，我帅皇走了。我已经在大气层了，哎，这舞真好，我好想发，好想发呀！哎，我这太好看了吧，这谁录的呀？哎，这录太好看了，谢谢你，谢谢月牙弯弯的办卡，谢谢陈伟霆录的。学姐这样和陈伟霆讲话，他会把命都给你的。陈伟霆，我爱你，陈伟霆，陈伟霆哥哥，你是我见过最最最可爱的哥哥，我爱上你了，我现在有点心动，谢谢陈伟霆哥哥，你有可以每天帮我录视频吗？嗯，陈伟霆，陈伟霆哥哥，我现在是不看浑身难受。是吗？说明我给你下了蛊。太好看了。陈伟霆弟弟，你是我见过最好的弟弟。什么什么，我在说什么？下了，
谁下了？什么下了？什么谁下了？糟了，糟了，这谁顶得住？今晚陈伟霆兴奋的倒立睡觉，下蛊了。对，我下了，下了蛊了。不是有那个什么吗？兄弟们，我是该上套呢，还是该收敛点？你该上套了，哥哥，该上套了。陈伟霆不要看了，你妈知道了，你女朋友看到了，你老婆查手机了，下蛊了，不然怎么会就这样，就是每天都要看我呢？可必定是中了蛊毒了。这回怕是睡不着了。是的，我们去玩点什么呢？这么晚了，你们是想与我单独聊聊天呢，还是说我们出去找别人聊聊天呢？脖子上的绳子都勒满了，谁呀、啊？哦，对，长长哥的脖子上的绳子都勒满了，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你只要一不看我，那绳子就会收紧。睡觉直接做梦都笑醒了。十香软金散，这股挺喜欢的，喜欢就留着吧，不用客气。哎，兄弟们，我真的，我的手指甲掉了，这你看，你看这指甲掉了，这怎么搞啊？兄弟们，这指甲掉了，这怎么搞啊？这我没指甲真的挺丑的。大牛子给学姐写首歌，报名中国有嘻哈式的迷迭香。给长长哥推荐找个茅山的道士。可以重新粘一下，我没有胶，明明是钟爱这一根。明天去做一个吧，我跟你讲，北京做指甲可贵了，我还是买一根520把它粘上吧。谢谢少年哥的吻。去龙虎山那里很不错，学长。没有，是假的。什么龙虎山在哪儿？龙虎山怎么感觉不像求正经东西的地方呀？我可喜欢带女孩子去做指甲了，真的假的？你会跟你的女朋友一起去做指甲吗？不用粘，少一根也很方便的。不是，可是少一根什么东西很方便？干什么很方便？一根手指，你告诉我，老子就是做美甲的，找我，真的假的？不是，我问你们，你们会陪女朋友去做美甲吗？或者陪就是女生去做美甲吗？你们不会觉得很无聊吗？我都受不了，你知道吗？我可以学自己跟他做，你以后就做美甲是吧？对呀、啊，那可是女孩子的第二张脸呀。不会吧，嘻哈不适合学姐。对，我适合那个，我适合去那个节目动物世界什么的那种。以前我女朋友自己在家做，真的假的？可是就这样做可以，这样做会不会就是不方便呀？可以和别的妹妹聊，狗头护体。你女朋友在旁边做指甲，你跟别的妹妹聊天，你还好吧？你还有女朋友吗？你应该没有女朋友了吧？陈伟霆好像你的姐妹呀，我觉得还有点像我的男朋友。说实话，我是不会的，我直接买个美甲店专门给你做。兄弟们，兄弟们，这才是正确的回答。如果有女朋友问你说，亲爱的老公，就是你可不可以陪我去做指甲呀，你应该说，我不会陪你去做指甲，我这么忙，我给你买个美甲店，你自己去吧。兄弟们，这才是正确的回答。今晚是失恋夜，我还给他约到家里给他做美甲。兄弟们，
学会了吗？要泡妞先学会做美甲，然后把他遇到家里来，一切就顺理成章了。你就先是摸上他的小手，说啊，妹妹，你的手好干燥啊，我先给你的手。对面小姐姐好了，她想你别搞我的，你别再说这个梗了。就是当有女生就是哎，这时候我得放一个音乐了，兄弟们，告诉大家怎么泡妞。就是首先你将那个女子遇到家里来，你说你会做美甲，给她免费做美甲，你说你会做美甲美睫，什么都会做，人家说你滚。这时候你把她约到她家里来，我放个音乐啊，你摸上她的手，对她说，妹妹，妹妹，你的手好干啊，做美甲之前先让哥哥用护手霜帮你涂一涂手吧。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顺势的牵上他的小手，对他的手就进行抚摸，然后摸到他的手肘，对他说，妹妹，你的手也好干呐，我给你涂一点身体乳吧。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顺势摸上他的手臂。此时此刻你就可以顺势的，就是你手有点干了，你会讲。这个时候她男朋友不干，这时候把灯光调暗，说，你想不想做一个夜光的美甲，是今年最流行的哦。这时候女生已经被你迷得昏天黑地，只能说好的。此时此刻你将灯一关上，带他到你的被子里去做美甲，懂了吧？这个时候做完美甲出来之后，美甲也做了，浑身也湿润了。学会了吗，兄弟们？带他去三亚就完了，海滩、游艇、防晒霜，干脆利落。首先去三亚机票不值钱啊，就在这时候她老公敲门了，这个时候就要以最快的时间穿上衣服，兄弟们。这个时候如果她老公敲门了怎么办，兄弟们，给大家学一下啊。就是虽然在做美甲，但是之前的准备工作要做好，就是说要把你的衣服裤子啊，以什么样的方，就比如说你的衣服这样，就是比如说就是你的衣服裤子，你知道吗，你先把裤子，你一定不能说情到深处你这裤子，你就比如说这是你的裤子啊，你就不能就这样，你知道这样，等她老公来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时间，你要先把你的裤子翻过来才能穿上你的裤子。这就是打妹，打妹的打妹，你一定要就算是在最情到深处的时候，你也要将你的衣服整理的，就是你知道吗，整理的非常的干干净净，就是一定要 一整套在这边，这时候她老公敲门，你才能第一时间穿上衣服。学会了吗，兄弟们？学会了吗？最好把衣服和上身设计为连体的，这样你才能一次把上衣和裤子都穿好。她老公敲门的时候就会发现你们俩真的是在做美甲，懂了吗？有很多男生啊不注重细节，情到深处的时候衣服乱扔，你说别人老公来的时候你怎么搞，衣服都找不见，找衣服找十分钟，你不是完了吗？你不完了吗？你直接进医院了。这个方法兄弟们一定要学会抓住细节，没有细节，一个不懂细节的男人是做不成大事儿的。学废了吗？此时此刻去打把 PK 吧，教大家那么多想必大家也该交学费了，我们去打把 PK 兄弟们。我看看谁还在直播，我看看啊兄弟们。穿着衣服不好吗？穿着衣服你把跳窗你也得穿衣服跳窗，你跳窗你没有衣服你在街上跑，她老公一出来看到街上有人穿着没穿的衣服，又看到她家里有两套衣服，看她家里有套衣服，那这不一切还是原来的，只不过你跑得远了一点，她可能要开车追你，但是结局都是一样的。
还是得穿衣服，兄弟们，还得穿衣服，或者是准备一套衣服在窗下，在窗外面，这样你就是跑出去之后就可以穿衣服。如果你就一套衣服，你在屋内脱了，你出去，她老公出去路上走，看见一个人没穿衣服在路上跑，此时此刻，她老公又发现家里多了衣服，难道她老公就不能联想到吗？啊，兄弟，没有细节，兄弟们，被抓了还裸跑。我试过了，兄弟们，太平间 WiFi 挺好。医院 WiFi 挺快，我美甲一般都不穿衣服，要不然影响手感。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啊？等一下，我看一下，哎，我真没有认识的女主播了，凡凡刚连过了是吧？兄弟们，等一下，ICU 护士真好看。学姐真是妙手回春呀，子然大夫，不用谢，不用谢，下次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做美甲就是做美甲的意思啊，和做头发是同一个意思啊。深夜学姐来开课，为你单身来解惑，先摸后亲叫宝贝，重症收费真的贵。全身护肤就是全身就是全身就是护肤，就是全身护肤的意思啊。我找到一个女主播了，真的可以。哎，这个女主播还可以，兄弟们去盘她。再 PK。再 PK， 兄弟们。这个不行，这个不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没 PK 的。暖儿在 PK， 怎么都在 PK 啊？哎，小橙子。小橙子也在 PK， 这什么意思呀？今天什么意思呀？长长哥怎么不说话了？长长哥哥，长长哥哥，你怎么不理我了？你是不是去给别人做指甲去了呀？长长哥哥，你是不是去给别人做指甲去了？长长哥，长长宝宝。何林子下播了，他今天被扣了三分。长长哥去解惑去了。是的。等一下啊，兄弟们，我看一下谁还在啊。哎，何成林。哇，何成林今天穿得很性感，这必须连一下何成林啊。但是在 PK。何成林今天很顶啊。还有没有胸大的女主播啊？给我推荐两个呀。他百度怎么驱骨？明天上早班睡觉，晚安晚安宝宝，晚安宝宝。我今天两点钟可能也要下，我准备再连一个就下播的。
这个有用了。手也好干呐、啊，我给你涂一点身体乳吧。这个时候，你的衣服这样，裤子你知道吗？先把裤子，你一定不能说情到深处，你这裤子你就别说这是你的裤子啊，你就不能就这样，你知道这样，等她老公来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时间，你要先把你的裤子翻过来，才能穿上你的裤子。我怎么这么好笑啊，兄弟们！就算是在最情到深处的时候，你也要将你的衣服整理的，就是你知道吗，整理的非常的干干净净，就是一定要 一整套在这边，这时候她老公敲门，你才能第一时间穿上衣服，学会了吗兄弟们？你的衣服这样，就是知道吗？先把裤子，你一定不能说情到深处，你这裤子你就别说这是你的裤子啊，你就不能就这样，你知道这样，等她老公来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时间，你要先把你的裤子翻过来，才能穿上你的裤子。这就是打妹，打妹的，打妹，你一定要，就算是在，我这也太好笑了，兄弟们。为什么我自己说的时候没觉得那么好笑，但是我却就是看我自己的那个度播，我觉得那么好笑啊。打没哎呀等一下，他们怎么还在 PK， 最后 PK 一把我赢了下播行吗？兄弟们求求你们了，让我赢一把吧，求求了，求求了，求求了呀，求求。我来选一下飞啊，我看一下这个合成林，合成林今天的衣服还可以吧， just so so 吧，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好看的。辣条很顶，辣条非常顶，但是辣条在 PK， 但是辣条在 PK， 暖儿呢？暖儿还有52秒。我想买个超 A 的表，谁有路子？超 A 的表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超帅的表吗？你莫搞笑啊，学长，你上一身家，你买超 A 的表，你在搞什么呀？你要买什么呀？你买什么呀？不是吧，长长哥？我送给你，我送给你一个好不好？送给你那个，就是那个奥特曼的那个。对呀，打了4把就输了3把，赢了1把还是多人的，太没有成就感了，兄弟们。条条还有1分钟。条条是谁？辣条吗？条条也快了。暖儿只有50，暖儿没了，好嗨呀！6639677，兄弟们去喝酒，去喝酒，听到这个想喝酒。66，好专业啊，真的好专业啊！6639677，不愧是江浙沪女孩，这酒，这 music， 这 bounce 听的。6639677，6639677。bounce， 暖儿，我刚看了一下，确实有那味儿，确实有那味儿，是不是？是的，确实。哎呀，我你是我最后一把 PK 了，那个、生死局，我们玩点大的。那个叫什么？好的，那个人家他直边说，直播是胸小话少表情屌，胸小话少表情屌。哎，对对对，是有那味儿了。对，话挺少的。鹌鹑哥你真好，夸俺屌大活还好，俺的心里真高兴，脸红心跳手发硬。不是吧大牛子，你待会儿把 PK 调节了，我觉得你这个背景配色超好看的，随时是吗？真的吗？他们说我这背景就是这个沙发就很土你知道吗？就是、啊、我发现最近是蛮流行这种背景的，我看到好多主播慢慢背景都偏向这种了，窗帘是吧，就没有用墙纸了、嗯，对对对对对，主要墙纸成本太高了，你知道吗？主要是墙纸还好吧？我觉得这个成本挺高的，就是沙发什么窗帘的。碧蓝海雨珠，主要是比如说你要
比如说你租房子吧，你换了墙纸之后，我告诉你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嗯，你把那个墙纸你跟人家还回去的时候，你知道你要花多少钱让别人给你重新在那个墙上刮腻子？谢谢我宝宝。而且如果他们房东家本来就有墙纸的话，我告诉你，你要买一模一样的墙纸跟人家房东贴回去。如果你是在家直播的话，你的墙纸，假如说你家是不是那种灰色调的，哇，谢谢我长长哥的北极光。谢谢我宝宝。假如说你家里不是灰色调的，但是你可以贴那个房那个什么胶，它基本上墙纸不会把墙弄坏的。是吗？反正我贴那个防什么，就是膜，然后它中间会有一层透明的那个膜，到时候撕了就好了。谢谢长长哥的，谢谢长长哥的北极光。谢谢我宝宝，玩的是吗？都可以，你定吧。我说结尾好吧？你说结尾可以。啥？结尾我们谁说了？谁说了？我们谁抠脚丫子，然后边喊说抠脚丫子说，我寂寞，我空虚，我冷。然后那个叫什么哥哥，我想躺在你温柔的臂弯中，好吗？没有任何问题，你输了也是这个惩罚，是不是？嗯，对，我输了也是这个惩罚。中间玩什么呢？中间玩什么？中间你说吧，我感觉我要把自己玩进去。谢谢我长长哥的冒险家，我刚 PK 了一把输了，你看到我发的朋友圈了吗？哦。我要找个电子厂去上班了，姐妹。我也复制了你这段话，你知道，我也复制了这段话。真的吗？我要去电子厂上班了，真的，谁给我介绍一下？哇，谢我长长哥的彩虹汽车，谢我长长哥的冒险家，谢我长长哥两个汽车。中间玩什么？我们能不能？这个。谢我长长哥三个车车，中间那就这样吧，中间跑步吧，跑起来，行，赶紧跑起来，跑起来，鼻孔瞧你暖儿，被我逮到了吧，家里没大哥，被我逮到了吧，暖儿，当家，被我逮到了吧，让我抓到了吧，我们那个叫什么对面大哥，咱们能不能看看学姐学一下这歌？我觉得可以的。哎，不是，暖儿，你怎么又瘦了呀？我没有瘦呀，我还胖了，我胖了好多。我没看出来，你真瘦了。我胖了五六斤，就停播一个月。大牛套路你，套路你什么呀，小蜜？谢谢点赞啊。谢谢我长长哥哥，谢谢长长宝贝，谢谢我长长哥的彩虹汽车。前线为我怒冲俩飞机吧，为我怒冲。谢谢我长长哥的两个彩虹汽车，谢谢我长长宝贝。两个飞机都救不回来了。俩飞机都救不回来了。对面大哥，咱们那个叫什么？糊涂呀，能不能看看学姐的飞机续命，火箭进群，进什么群呀？我们粉丝群。谢谢我晨晨，谢我长长哥的汽车。哎，这个是不是很划算呀，长长哥？他运气怎么这么好？对啊，怎么出那么多？谢我长长哥的车车，谢我长长哥的车车，谢我长长哥。我这边都快黑死了。怎么抽小的血钻？我发现了，现在只能抽小的。谢谢我长长哥的彩虹汽车。现在是不是只能抽小的呀？大的他是不是？好，我知道大的人。你休息吧，休息吧，暖儿，你坐下休息，我们聊聊天吧。我直播间抽这个亏了好多了的。我觉得是不是因为今天抽大的人比较多呀？那些神豪都抽大的，然后大的所以就爆率低。谢谢我有钱哥哥的大血。都已经不是亏了一天两天了，我最近随便。我也是、这个、我最近抽大的特别亏。嗯，哦，今天他们还抢那个什么十个飞船吧，报十个飞船，最后谁抢到了呀？我没有看。谢谢我有钱乐的大气，谢谢。这是我要抠脚丫子了吗？大哥不出意外的话，如果你家没有超火的话，不出意外你要抠脚丫子了。希望你今天洗了脚啊。你今天播到几点钟啊，暖儿？3点钟吧。
我有一个时长，我有个时长，每天必须3个小时。哇，我都4个小时了，我都4个小时了。你我说是12点过之后，哦，哪是，但是十二点过点之后之前三个的小小时才能够加一分是吧？嗯，你几分啊？我分是满的，但是我签了时长要求的，哦，我签了一个时长要求，所以必须要播到这个点。那不是还有1个小时？晚上会好一点吗？还是早一点会好一点？像家里有人的哪一点都好，像我这种拉的哪一个点都拉。哪个点人多一点呀？你觉得？看情况，有的时候就都挺好。我觉得周末这种深夜播最好，你知道为什么吗？有很多人周末深夜喝了酒。有很多那你怎么说还有周末很多深夜出去玩的，压根不看直播的呢？出去玩就打他玩到3点钟，我播到6点钟，是不是有这机会，姐妹们、兄弟们？人家万人家一三找一头个，喝醉了，此时此刻在 直不播是，斗鱼怒冲100万，有没有这种可能？人家万一怀你去搂妹子了呢？是那吧？我跟周你末就讲，是好时。搂妹子的那是你看的，那没有搂妹子，那不就只能来看我了吗？你以为是谁都晚上能搂妹子的？万一那妹子大姨妈呢？万一那些妹子没来呢？万一被别的男的带走了呢？都是有可能的，我跟你讲。不说了，今天播到六点钟。你们 今天播到六点，必须找一好个的，喝醉的大哥。对面大哥学姐说今天要播到6点钟的。我曝光我自己喝多了第一次续费超低，你是开通超低是喝多了还是什么呀？你可现在不能再喝多了呀，我的长长哥。你家学长在啊？我刚刚一直是长长哥送的礼物呀。我以为是另外一个小哥哥，我没有去看。你家学长在，早知道我就跑。你还定一个这么狠的惩罚，我当时心想说，暖儿今天有点想要没，做什么。我不知道他在，你知道吗？我以为他睡觉了，然后我听到你在谢谢长长哥，我以为是另外的，你知道吧？哦，我家结能有果，还有谁？还有谁能结上果那么就是多？你家学长，不好意思打扰了，再见了。我叫什么啊？开通了什么网忽然间不好了啊。怎么回事啊？你们看我卡不卡呀？长长久久刷不停，女生爱的不能行，这种大哥谁不爱？鱼翅就像大白菜。你们是不是看我挺卡的？是吧？卡不卡？不卡，挺好的，挺顺畅的。你一会儿别忘记抠脚啊！如果实在卡，可以微信打视频也行，你拍个小视频也行，都可以啊，都没有问题的。你叫什么？手机那个忽然间没电了，网也卡了，怎么回事？你在武汉是吧？我一会儿坐飞机就过来。你今天几点钟播的呀，暖儿？我吗？嗯，我10点钟，10点钟。哎，你们是不是觉得我这个背景比我之前的背景要稍微好嗯，看一点？对，你这个只背景好像就是跟以前风格完全不，以前就你那种背景好像斗鱼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的，就现在背景比较新颖呗，我跟你讲，自不从我让换人了那眼个背前一景之亮。后，大家都开始用那个背景了，你知道吗？嗯，我看到最近。他们很多人都用窗帘跟沙发做背景呢，之前一顺色的墙纸、灯呀、啊、什么的，这都是你背景，都是你自己设计的吗？对呀，给你点个赞，我跟你讲，那个柜子只要300块钱，我可以什么退样给你，的？我这边看不到，看到没？嗯，就很划算。还挺好看的。他上镜好看，现实中就是很破烂。主要是你走的时候你搬不走呀。我一定要搬走，我告诉你，我走的时候这沙发这每一个都不能错，这窗帘都要摘下来带走。主要是如果你再从北京搬回武汉，你累不累啊？就这个所以位说，置。我先多住一段时间吧，不然太累了，真的。我太难了，怎么你们怎么不先过去看看情况的？你们怎么不先过去看看情况的，哥哥们呢？大哥们呢？来吧，好了，我来了，啊，不用真的摸到脚，就抠到那个脚我的来缝了，里面就可以了。来了，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录屏，兄弟们，录屏。大哥。
我好空虚，我好寂寞，好想躺在你温柔的港，温柔的臂膀里面，大哥。大哥，对面大哥可以连夜买站票了，可以连夜买站票了，可以买站票。他们已经要跑了，那我撤了啊，宝宝。拜拜拜拜拜拜，宝宝，我走了，早点休息吧，拜拜，宝宝，拜拜。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我可能要下播了，兄弟们。习惯成自然了，一天不看感觉就难受是吧？宝宝们怎么搞？一天没过好？我在你心目中有这么重要吗？可是我今天才播了四个小时呀。电竞椅红沙发，直播学姐笑哈哈，早不洗牙不刷，像吃了小蜜瓜。刘俊辉，你赶紧的，你赶紧的，你赶紧去报名中国有嘻哈，你在干嘛呢？你还在搁这看直播呢？下播了啊，兄弟们，下播了。明天我一定要早点播，我对上天发誓。自从看你了，你自己的前途都不重要了。你也没有天天看我呀，我的宝宝呀。这中国有诗词。晚安，宝宝们，晚安。